我没有办法。四个，这三个，小立伟好了，刚开始快四个。那三个不是五个是四个，还好了，熬 OK 的。
哎，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已除法定人数。报委会现在我们宣布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交通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6年12月11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2:47。12月14日星期四上午9:01至11:52，地点本院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宝清等13人，列席委员王龙章等30人，列席官员12月11日及12月14日，交通部政务次长范子谷等，主席陈召集委员书院。12月11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审查委员叶宜静等22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25案。本次会议由委员李鸿钧等说明提案要旨，再由交通部政务次长范子谷、路政司司长陈文瑞报告及回应委员提案后，既有委员郑宝清等15人提出质询，均经交通部政务次长范子谷及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议一说明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请速以书面答复。三讨论事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25案。本周四进行逐条审查，修正动议及临时提案于本周四已并处理。12月14日讨论事项，审查委员叶宜静等22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25案。决议一委员修正动议附带决议及交通部建议条文列入记录，如有委员对修正动议及附带决议补签列入记录。二讨论事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25案，第一至25案审查完竣，内容如审查结果，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陈召集委员书院补充说明。审查结果，第18条之一条文及增订第18条之二条文依各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21条条文及第21条之一条文依委员李鸿钧等19人提案修正通过，第31条条文依各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33条条文依委员陈树月等17人提案修正通过，第35条之一条文不予增订，第36条条文依委员林代化等17人提案修正通过，第37条条文依各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42条条文依委员陈树月等17人提案修正通过，第44条条文照委员王龙章等17人提案通过，第48条条文依委员王龙章等17人提案修正通过，第67条条文依各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74条条文依委员王龙章等17人提案修正通过，第82条条文依各委员提案修正通过，第93条条文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通过附带决议2项，通过临时提案2项，散会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议事录就确定。那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是107年度交通部主管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的处理，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委员提案。那在协商前，我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哦。早上那陈雪生委员有打电话给我，那他说他有要临时提案，所以那因为收取提案的时间已经截止了，那是不是请各位委员意见？没有啦，如果有成案的话，因为这样是大家权力一致嘛，所以从学生委员不提案。我本来想，如果他的提案我们同意的话，其他委员如果还要有新增提案，他就达到成案条件，就让他列入，看委员有没有意见，好不好？没关系啦，还是开放啦。如果说他在我们早上10点之前，那其他委员还有提案达到提案的门槛的话，那我们就列入协商哈，跟委员会报告。好，各位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协商，谢谢。107年度中央总预算案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委员提案。第一案开始。好，包委员会有，那我们现在开始协商，那是不是我们今天的预算，我们就依照委员会所提供的建议的并案跟预算表这边来处理，好不好？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开始
讨论哈。那现在我们进行第一案，桃园国际第一案到第一案、第二案的并案处理哦。那上面有红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也并第三到六十一案的细项一起处理。我们先处理一二案好不好？各位委员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建议李坤哲委员跟郑宝清委员的提案。郑宝清等。三案增列桃园国际机场一分间营业收入新台币十亿元，以增列它的净利。提案人陈淑月等。那个，来机场公司这边，你们是要等到后面处理完再回过头来处理一二案吗？增加营业收入，还是先处理？来，总经理。月收入209,288,400元，报主席，业务收入。桃机公司现在是补充说明报告，有关第一案、第二案建议说并到第三十一到六十一案处理，最主要是它是本期净利的一个提案，它本期净利是因为收入减掉支出之后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建议是并到三十一到三十六案一起处理，谢谢。那我们是不是依照桃机公司的建议哦？我们先处理下一个了哈。第三到第十三，三到十三案的并案处理。那营业收入的部分，那这个应该各委员都有提案哦。那是不是我各委员有没有要补充的？第三到十三案，3,708,500元，增加机场旅客服务预算4亿元。提案人陈淑月，很多项目哦。我先，哎，陈淑月，赵伟。好，在这个部分，我有提了第三案、第九案跟第十案了哈。啊，其实这个在委员会答询的时候，我也有就是咨询这个问题哈，就是针对桃园国际机场，它在107年度编列营业收入209亿2800余万元哈，那分别是服务收入这是113哈，这是几一百就是分别服务收入就是。113,758,599,000元哈、啊，还有租赁收入是95,709,810,000元哈、啊，那就是比较106年度成长了，就是8.09%，但是比较近年来桃机公司它的收支损益跟营业的成长状况不符哈、啊，那看起来就是营业费用成长过高，那就是有这个改善的一个空间。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桃机公司在计算绩效奖金的部分，它也是就是跟整个这个预算数都是有相关联的哈。就是如果它的预算数定的比较低，当然它的达成率会比较高，好，当然连带的会就是影响到它的奖金的绩效，好，这个绩效奖金了哈。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应该既然有能力达到这样子的营业收入，我们应该要调高整个营业收入哈。谢谢。好，接下来是黄国书委员，再陈欧珀委员。好，我的第四案了哈。我们是不是为了要绩效奖金，然后我们在编列营业收入都会相对保守？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个是事实，那我觉得我们当然就要有检讨的必要嘛。因为每一年检讨起来，你营业收入的决算远远都超过营业收入的预算。那如果我们这个不检讨，那如果只是为了要绩效奖金，然后用这样的编列的方式，我觉得并不好了、哦、那这个部分可能要请你们说明一下啦。我的案子是要增加营业收入5亿啦、哦、以上。接下来陈欧珀委员，在林俊贤委员。今天审这个营业收入啊，大家委员对于不管是服务的收入、营收的收入，或者是权利金的收入都有一些提案了，显见我们过去桃机呢，在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都很认真，那有一定的绩效啊。一方面呢给你们肯定了，二方面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预算的编列确实太保守啊，保守哈、啊。那我也期待说这个桃机这里能够。针对这几项的收入呢，就你们可能预估明年你们比较有信心达成的部分呢，跟委员会做一个说明，我们做合理的调高，好，做合理的调高。那整个项目到底要调多少呢？也请你们做一个，待会做一个说明，好，就服务，好，对权利金、对营运这方面呢，做一个说明，谢谢。好，谢谢欧博委员。再来是林俊宪委员，接下来洪慈庸委员，再李坤哲委员。好，谢谢赵委哦。当然，我们机场公司的主要收入都是旅客服务，
还有航空就飞机的服务嘛。那其实依照你们自己的预估啦，大概明年的客运量成长嘛，大概5%啦。那飞机的起降架次成长率大概6%，所以如果委员会这边我们一些立委同仁要求，那明年的收入啊，其实机长工资是不是编的有点保守哈？这主要啊，其实我们是有根据的啦，因为你们自己都预估客运量还有飞机起降架次都会成长，所以是不是应该适度予以调高？这个请机长工资单位表达一下意见啦。我的提案是第7项啊，本席增加建议啦，这个收入应该增列6亿。接下来是洪慈庸委员，再来是李坤哲委员。好，我想我的意见跟其他委员也蛮一致的哦，因为其实在质询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提到你们明年的人次估计会成长哦。那我想这部分你成长了5%，你的收入的部分你没有理由没有去做增加啦哦，所以这部分你们应该要去编列这样增加的预算，我觉得这个你们不能去逃避啊。跟着委员，107年度桃机的其他营业收入编了95亿7098万。那桃机公司实在是还有很多的闲置土地跟设施，而且107年度机场旅客服务人次，桃机公司自己预计营运量会达到4356万人次，那是106年度预计人次的110%。那是桃机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国际机场，要扩大招商计划，有效的来利用厂区内的闲置土地跟设施，积极开拓财源，所以这个案子应该增列5亿元。那我们看到闲置建物啊，圆山空厨桃机是想要改建为机坪来做使用，闲置的变电站未来也要改建成库房来做使用， T2 航下的南侧要扩建完成后也要增设商场，那以及机场捷运连接机场之空间也将陆续扩建招商，那扩大桃机的商业营运啊来使用，这个都应该要并入税前净利了，一并的调整啊。以上。好，谢谢李坤哲委员。还有没有哪位委员要补充的？很多项目哈，那是不是桃机公司这边说明？好吧，一并说明。跟委员会、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就是刚才几位委员指教的部分哈，我们提几个数据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年到11月底，我们的本身架次的成长几乎是零，就是跟去年比较，我们飞机的架次的成长几乎是没有成长，0.24%哈，所以0.24%，所以现在趋势就是飞机本身的载客量是有增加，但是起降的架次并没有显著增加，是趋缓趋平哈。那所以我们明年已经有考量架次的成长，但是我们应该稍微保守点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因为在旅客的部分的话，虽然我们过去几年有很快的成长，但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整年来讲的话，有一些转变，我们西南向有增加，但是确实港澳跟陆客的部分是有趋缓。那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今年看到11月底来为止的话，我们的旅客成长量，进出旅客成长是成长5.6%，所以明年我们也不认为会有大量的成长哈，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机场里面航空飞航空的一个整个营运。那刚才几位委员指教的，就是李坤委员指教，就是我们应该要加强机场里面的资产活化利用，增加商业收入这一部分，我们也正在努力中，就是过去我们清点一些闲置的土地也拿出来尽量来应用，然后机场里面有一些可以商业化的一些空间，包括做广告，包括增加一些商业活动哈，也都在努力中了哈。但这个可能都要有一点热身的时间，可能不会马上一下就看到很急剧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成长哈。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努力，但是也会有一些需要重新考量的部分哈。那另外
就是这个所谓跟绩效联动的部分哈，过去我们是用135%来当做绩效的一个考评算绩效奖金的哈。那最近行政也要求交通部，然后交通部也要求我们这个陶机公司哈，就在检讨我们绩效奖金的门槛的部分，已经都调整往上调1%，就是我们是用246%来算计算我们绩效奖金，所以我们的达成目标，这样的门槛也已经有所提高哈，也增加大家执行的挑战性哈。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具体建议这些案子是不是能够并第五案，因为在原来在审民航作业基金的时候，大会这里就是交通委员会这里已经有做成决议，就是希望我们陶机公司在上缴民航作业基金的部分，按照税后净利的部分哈，已经调整了税前增加收入是4000万了哈，三减这个税后的部分是2780万哈，这个部分。配合我们增加3000万，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哈，也就是说，我们总共的一个税前盈利的部分，净收的部分要能够增加6780万，这一部分我们建议这，因为那个是已经在民航作业基金审定的东西，我们配合那个东西来做调整哈，以上建议委员会来考量。好，谢谢董事长哈。那其他分项的部分，董事长刚刚有做了原则上的说明，陶机公司这边马上补充，各位委员还没有意见，因为他这个收入其实有蛮多项的，包含租金，包含服务收入，那所以刚才董事长是希望说配合我们已经通过的民航作业基金那边的调整，然后做第五案就是我个人提案这边的调整，但是这个很显然的增加四千万不符合各委员的数字啦。所以各位，是啦，这是应该是低标啦，多一个零啦，多一个零，然后再四亿，然后再那个陶机公司再自行去调整你们的税收入的科目，做得到吗？11/17年度盈利，照大家的加法会加到是两个零啦。跟委员会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我想我们今年的预算目前106年哈，照比105年成长，刚刚董事长也说明了哈。那我们一直用103、104那时候旅客急剧成长的那个状况，其实我们从今106年开始就已经，我们要这么讲，我们尽量在做到核实编列了。好，所以我们的成长力没有像103、104那个10几%、20几%那种，我们的其实看跟今年跟去年的比较是一个很持平的。好，那现在用那种方式来，我们以现在来讲，我们真的会达不到那个。我想同仁的努力，我们要给予鼓励啦。但是如果太高的话，可能到后面再拼。我们刚刚都是在讲绩效奖金，我们要给同仁有鼓励，但是那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但如果说是不是可以建议委员会这边给我们，就是说，回到民航作业基金在审查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大家来努力，这样子是不是？其实委员再加个零，我们达不到了，真的没有又有问题了，对，他零是黄国书委员的零是加前面，不是加后面啊。来，钟嘉宾委员，报委员，钟嘉宾请。那个，我觉得今天陶机公司董事长跟总经理，当然了，我们是预算审查在讨论税入的时候呢，站在我们立法院的立场来讲，希望以公司形态应该要往高往好的方式去看呢。但是毕竟呢，我们审的是陶机公司，它不是纯商业公司。如果今天我们是纯粹一个商业公司的董事会，我们当然要求尽量的扩充我们的营运绩效跟盈余。但是我觉得刚刚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说明啊，并没有说出陶机公司它在整个国家陶机公司扮演的角色，不是纯粹的商业公司，只是提高绩效，只是提高盈余。你们要把你们的绩效讲出来。刚刚董事长有略提到说，整个国际航空市场啊，我们相较于周边国家现在的趋势是怎么样？那又站在我们立法院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前两年预算书所呈现出来的往上成长的趋势。那如果你们没有告诉我们整个民用航空在东南亚市场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的话，那你要告诉我们说未来成长是趋缓的，旅客人数成长是有一个瓶颈的，那这我们不能理解。这是第一个，就是没有把一个整个周边市场的状态跟我们做个描述。第二个，陶机公司不是只是纯粹冲来客量而已，顾客的需求的品质是如何？
如果说今天公司可以告诉我们说，因为今天公司有提高哪些品质，所以呢，我们在控制，甚至旅客的量是不是一定要扩充？这也不是一个纯民营公司必然的一个现象嘛。如果同样的是来一个4000万或多少的来客数，我们能够提高它的品质，以至于我们在营运绩效上或盈余上的没办法有显著的提升跟成长，那这也不是我们立法院一味的要求你们要冲来客数嘛。我知道有些国家的机场是冲来客数，但是基本上它是受惠于周边环境的好处，而不是它本身的努力。那陶机公司在过去这几年来，我们比较所诟病的就是说，经常会有让旅客满意度表现不好的地方。所以呢，如果公司能够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在来客的量上的成长是有限的情况之下，你如何提升的品质？而在提升品质的过程中，你们的绩效表现在哪里？未必是表现在盈余收入的成长，或许我们就可以接受主席召委所提的那4000万的税入增加的预算，而不是4亿。但是如果你不把这边说清楚的话呢，我们觉得说过去可以成长那么多，为什么现在4000万还太少，大家要谈4亿？所以我是觉得董总部分刚刚的报说明啊，太过于消极啊，这以上意见。是，各位委员好，我这边先做一个数据，做一个说明哈。我们107年哈，现在编列的预算，实际上照比106年，我们已经增加15亿。那107年如果比跟105年，我们也增加13亿。其实，在那个幅度，我们这两年都把它拉上来了，都拉上来了。那我们有没有在开演的部分？最近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刚招标一个，就是所谓的 T2 扩建。在扩建中，我们已经很急着，我们就来花苞，已经在明年4月开始规划。我们有做观景台，好，我们有做商场。我们其实开演部分，我们也很努力在做。好，这个我做一个补充说明。再跟各位补充说明，刚才钟亚平委员指教的部分哈，我们目前机场整个的旅客容量，实际上按照设计的时候考量就是3200万。但实际上，我们在今年就可能非常靠近4500万的进出容量跟转机容量，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超负荷运转情况下，很我们联合各个航空公司、联合机场各个服务单位啊，很努力的在克服服务上的瓶颈，能继续维持一个水准的服务了。那我们自己设计的目标是行政要求我们的，我们除了刚才讲量化的这个营运绩效目标以外，有一个就是旅客满意度的服务那个目标，我们因为在ACI 就是国际机场协会的那个评比里面来讲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进入最后一级，就是4000万以上的各个国际机场的那个评比的那个级距里面去了，也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级距了哈。这个级距里面，我们目前设定是要进入前十名，要进入前维持在前十名了。我们过去在2500到4000这一级，我们曾经有连续两年是全世界第一，就是在旅客服务 ASQ 旅客服务满意度的调查里面，我们是全世界第一。那我们进入所谓大联盟以后，我们希望能够维持在前十。那在今年的前三季，我们看到的成绩大概是在第8、第9，但还勉强可以达到我们原来设定目标。那明年我们仍然希望继续维持在前十，这个也是我们自我替力要求。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可能如果我们设定过高的这样的一个营运绩效的突然跃升的话，可能会造成将来这个目标。如果万一有落差的话，同仁的这个绩效奖金的这个一个不理想哈，这个对同仁努力的一个情况也会受到一些挫折了，所以希望委员能够支持我们希望调整就是能够在合理范围，因为我们已经自己调整过相当的幅度了，所以请各位能够支持。好啊，郑宝清委员。好，来，我想啊，刚刚钟嘉宾哦讲这个有道理了哈。钟嘉宾讲的就是说，最主要是品质的提升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加的越多，大概他们的执行能力越困难，他们就找下游厂商要更多钱，这个都不一定是正面的发展了哈。所以我支持钟嘉宾的提案了啊，请你们做一个书面报告，哦，那我们同意你们增加4000万这样。好，跟委员报告，其实如果要联动到绩效奖金的话，对桃园在地的民意代表是相对来说有压力，这个坦白讲，去年跟今年都一样，所以我跟郑宝清委员还有赵正宇委员，我们承受的那个其他的的力量比较多啦。可是我们连续两年还是有调整。那在民航作业基金里面，就是我所提的第五案里面，是从民航作业基金我们已经通过了预算回去调整，所以才会变成4000万。那是不是我的建议是，
因为综合各位委员的关心哦，还是得要适度提高。但是如果我们照陈淑月招委的第三案来看的话，他们去年其实已经拉的他的那个税前的决算已经拉得很决预算已经拉得很接近了啦。所以我是不是建议这样看陶基委员会这边的意见，我们增加一亿啊，好不好？增加一亿。这个表情似乎不是很好看。总经理，一亿应该算合理啦。那你们去调整嘛，好不好？在项目可以做得到吗？真的很高，简历你背啦背啦，我零八三三六千元其冻结五分之一。市场面机场就预算编列内容及必要性，向交委会报告并经同意后，那动之提案人周春明等。我的提案只是去调整那个民营堂租业基金的水桶部分而已。对，好了，来管定管定来。我看哦，这个陶基好像面有蓝色了哈。我们其实我刚刚讲过，我们肯定你们过去的努力的哈。那在服务品质方面哈。但是我们对你们要求也是我们民意代表应该做的事情哦。我想这样子的哈，就是他们讲4000，我们再给你们一点点压力，不要太大压力的哈，就5000万了，你们来做处理好不好？哦，好，好不好？啊，那管丢你讲者，应当吹球把球。好了，哦，来加油了，我们也是好支持你们，好，谢谢。那报告委员会，我们第三到第十三案的增列营业收入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就增加5000万？好。然后增加的比例就机场公司调整。好，谢谢各位委员。好，接下来第十四案到二十五案的并案处理，有关于用人费用哦，那薪资跟超时工作报酬应该加班的哈，跟绩效奖金的部分，十四到二十五万，各位委员是不是要补充意见的？也是应该各位委员都有了。是一。有没有哪一位委员要先？好，陈欧珀委员。那个，我对预算的部分呢，我是有点意见，就是说，尽量的人员哈，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哈，我们有这个近亲繁殖的状况。我上次有提过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要有一点专业背景，不要人家推荐就用啊，这样会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基层公司呢，啊，在用人方面呢，是啊，没有专业上的考量，好，专业考量。那针对那个一些员工的一些心声呢，哦，这个陶基公司其实我他们上班的时间是这个加班费的部分，我们是可以考量的哈，真的是很辛苦了哈。这个我知道，我们出国去有时候一大早哈就看到同仁在那忙来忙去的哈。那这一点我是觉得说，就是在禁用人的方面呢，尽量公开公平啊，那能够去除外面的余力啊。那希望说那个董事长跟总经理针对这方面的做一个了解跟改进，谢谢。好，谢谢陈欧珀委员。对，刚才补充一下，刚才有关于营业收入的部分，郑宝清委员有要求说，我们的营业绩效如何提升，要提供书面资料。那再麻烦我们机场公司这边准备，好不好？3个月可以吗？好，好，好，谢谢。还那个陈淑月招委，委托调查研究费编列高达2490000万元。好，谢谢主席。那本席有提两案了哈，33跟34案。那33案就是针对我们那个印刷装订跟广告费哈，我们根据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共同项目编列的作业规范哈的编列原则，印刷装订跟广告费哈是不以就是以不超过营业收入成长幅度为原则了哈。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陶基公司编列的这个预算呢，107年度，好，较106年度的这个预算，好，就是编列在营业收入成长幅度哈是2.3%了哈，那它在那个编列的支出预算增加了200万哈，那我们觉得这样子是不太符合这个规则了哈，所以本席是建议删除这个费用200万元，然后冻结预算五分之一哈，然后提这个书面报告。那另外第34案哈，就是有关修理保养与保固费哈，我们看到就是陶基公司在107年度所编列的这个项目哈，就是修理保养与保固费，较106年度是增加了1亿5577万余元，那成长幅度高达10%。
可是我们看到105年度的决算仅使用13亿5146万元，那106年度的执行率到看起来是只有 46%，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执行率欠佳的状况之下，本席是建议删除这个费用3亿元，然后冻结预算1/5，然后提这个书面报告，谢谢。好，谢谢陈书月招委跟陈委员报告一下。那因为我们现在处理到的是25案，那是不是那个招委你要他们现在说明，还是等一下处理到3334后再说明？那因为我是怕你有还有其他的委员会，那等一下再一并说明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等一下请李坤哲委员、再赵正宇委员、再黄国书委员。桃机107年度的人事费用编列是9亿3592万，那105年度的决算7亿981万，那。我们看106年9月桃机公司会计月报指出啊，用人费因原额未足额禁用，这个比预算数啊减少了9041万。那其实我是为了避免预算浮编啊，我认为应该要删除9000万。那但是我了解了你们现在107年度的原额是541人。106年呐、10月的时候，你们有办理这个招考禁用，现在号称已经补足原额623人，那107年度可加入机场公司的团队，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机场公司说明一下？你们9月的时候会计月报说这个预算数啊，还减少了9041万，这个因为未足额禁用嘛，那你10月的时候现在号称说有。招足额的，然后107年度要开始任用，那你们这个招考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以及它的薪资结构是如何，是不是符合这9000万？那请简单说明一下。好，那就请桃机公司先说明。好，跟委员报告哈，我们106年度哈，所谓未足额是9月之前，我们在8月、9月招考，我们今年的10月1号。这些人员全部禁用了，所以说就反映到107年度的预算了，是10月1号才开始禁用，哎，对，说明一下。那禁用的人员包括各部门都有，当然工程的部分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后续现在 T2 还有 T3 的工程，好，所以禁用的比例那个工程的背景的会比较多，好，那已经在10月1号禁用了。那昨天我请教，我刚才问的说。招考怎样工作内容？你有做初步的说明。那他的薪资结构呢？是符合这9000万吗？是，我请那人事处长，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在10月初禁用了这60几位，那我们剩下的大概10几位会在107年全部禁用结束。那这些人力上面来讲，主要分配在工作的内容哈。主要是60几万薪水9000万，是这样子，因为跟委员报告，我们在105年的时候，我们的决算人力是536人，那时候决算的用人费是7亿多一点，那我们后续呢，因为我们编列了哈，就是说我们后来请增员额82位的时候，我们当时呢，我们编列的用人费好，并没有说一次到位，所以我们分别在。106年，合编52位，所以加上这个6000多万，到107年再合编30位，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原额的禁用呢，都在这个用人费的范围里面来支用，所以这逐步来编，所以才到9亿多。那我们这次的9亿多的费用本身呢，涵盖的面向，那我想委员都知道，用人费里面涵盖了用人薪资。这个超时工作报酬、绩效奖金，这个退休的啦，抚恤的等等，所以这个9亿多本身来讲，那除了刚刚跟委员报告的，是106年编52位6000多万，107年编30位3000多万之外，那我们还有随着107年的调薪的作业，包括还依照劳基法加值班费的预估的支出等等。涵盖在这范围里头，那编的人事费本身，它还有一些衍生的人事成本、薪资的调升，好之后呢，它可能晋级有一些人事的费用、价值班费等等。那工作内容包括了
刚刚我们总经理跟您说明的，就是主要是以工程维护的人力为大宗。那现在我们 T3 的建设需要这些人力，另外呢，我们还包括了我们的营运的安全的，还有业务我们业务处的有关的一些管理的部门等等，以这边为主为大宗。那大概在十月初，我们已经禁用了60几位。那个报告招委，那我的建议是冻结1/10的我的提案。那14案就本来删除9000万，不删除，那就是冻结1/10，请他们提书面报告，针对这些薪资的结构以及整个用人的这些状况来做一个书面报告。好，谢谢李坤哲委员。那接下来是赵正宇委员，在黄国书委员。好，谢谢主席。我刚刚要问的问题那个李坤哲委员已经讲了那我们李委员非常认真就把全部的薪资全部加起来，我们是一条一条的。那你们机场公司是放在每个部分的那我们李坤哲委员全部把它加起来为什么你人现在比较少，费用比较多？刚才也说明了那我赞成那个李坤哲委员冻结1/10然后再说明刚才也说明了，我们大概都了解了好，谢谢。好，谢谢赵正宇委员，在黄国书委员。好，这个绩效奖金当然如果同仁很辛苦，然后的确有绩效，我觉得应该给，也应该支持这本来就是这样，公司的营运本来就应该有一些奖励的措施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长期以来绩效奖金的编列，是因为我们营业收入营业收入的预算跟决算透过预算的处理，然后让绩效奖金变成是一个变相的固定的薪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检讨鼓励同仁去增加他们的，透过他们的努力帮忙我们陶吉公司增加收入，这个本来应该奖励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作为，那只是预算编列的方式，让这个绩效奖金变成是他们长期来固定就是得这样子领，那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付出，可是却领这样子的奖金，然后变成固定化了以后，又变成是一个变相的固定的薪资，那我觉得这并不符合公司治理的精神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要做一些处理。那刚刚已经增加了5000万嘛，所以你在这里可能要跟着调整了嘛，是不是？是不是应该要调整那我的案子本来是应该要减列1000万那配合刚刚的调整，我建议减列100万，可以吧？100万很少很少了，5000多万减列100万那你们去检讨，你们去检讨这个绩效奖金。我不是说我们同仁都不努力，不是这样子，而是让整个绩效奖金的精神跟它的实际面比较符合我们编列这个预算的意志啦以上。谢谢黄国书委员。那在周春明委员，提供是一千多亿分部分的编列12949000。谢谢主席。那我的提案是25案，也是针对绩效奖金那我想各位委员对这些同仁的认真应该给鼓励，这样的方向跟意志大家都是确定的只是说对于这个预算的编列，我们还是要要求如实因为整个决算超过预算的比例是超过好几十倍比如说你们这个法定的税前盈余加减政策因素影响，这些因素2%、4%、6%是分别加发，结果你们101年到105年的决算超过预算比例是114.39%，67点多，就让我们认为说这个预算的编列不是如实，然后是不是为了给同仁一个固定的奖励，或者一个固定的期待，或者固定的一个方向做这样的预算编列？那我的提案就是跟这个坤泽委员刚刚的建议，我们都是冻结1/10。好，谢谢周春明委员。那稍等一下，我先请教一下那个，你们为什么这边的超时工作报酬就是加班费吗？还是加班费之外另外发？就是加班费了OK， 好，那接下来郑宝清委员，在李坤哲委员。刚刚我们这个周春明纯必要讲
公立这里、個、哦，这里、個、您这里每次编的预算都不足啊，而且高达114.39%，这个还不是重点，最大的重点是平均都给2.4%，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啊，就好，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这个集聚了哈，然后引进来我较侪钱，无引进来我就不发奖金，而不是通通2.4%，通通2.4%就是让好的人不会认真嘛，不认真的人也不需要认真，反正都是2.4%。所以我看到啊，你们这个整个预算啊，跟结算都差很多。从100年到105年到106年，你看只有9个月，你们编5900万，哎、欸，对不起，你们总共编了、啊，这是万嘛哈，千，你们编了5993316，就你们执行了6399454。换句话说啊，你们到9月份就已经超出原来的预算，那其他更不要讲，其他差的更多哈。其他差的更多，所以我想这个，您编太少，阿哥没有他这阿哥耍了，难怪平均2.4哦，哇，这种真没有办法激励真的认真的员工啊。所以我想哦，尤其是总经理在负责执行上面哦，应该用这个奖金哦来激励内部的员工，这样是比较适合。等一下，那个林俊宪委员跟钟嘉宇也是绩效奖金的问题，不是我听对了，对我钟嘉绩效奖金问题了哈。我该困者赶快其实我听一下大家的意见，都是不是反对你们绩效奖金，而是绩效奖金是有鼓励性质。可是如果你们盈余编的那么门槛那么低，等于每一年都拿到2.4%，变成固定薪资的一部分哈，那就失去奖励的意义嘛，是不是？大家意见都差不多这样嘛。那我想请教计量公司了哈，那你们最近五年了哈，有没有哪一年没有领到2.4%？几乎都达得到，有没有哪一年没有？税前盈余没有达到目标，无你阿得2.4个月，然后最近5年啊，7年，最近10年啊，7年就有了，7年就有减了。去年无你阿得嘛哈，啊你们提这出来讲，我没有啊，我还是去年怎么没有领到？去年没有领到吗？去年发2.4嘛，对。我想首先要感谢各位委员对我们计量公司的支持了哈，认为绩效奖金确实是有对于公司的经营是有帮助哈，这要非常感谢。那我要如实报告一下，因为刚才周春敏委员特别有提到，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数字上显得比较多，就我们达标的比例很高，是因为确实在过去计量公司成立的前5年，我们因为整个航空业的发展，我们每年的营运成长，那个旅客成长都差不多接近9%到10%，所以那个时候是确实是超过我们原来预期的量很大。但这2年已经趋缓，所以我们大概在未来2年里面恐怕没办法过度乐观，我们可能要务实来考量哈。那至于绩效奖金，我们内部本来就有差异化，就是表现好的单位，表现好的这个同仁的话是可以高一点，然后表现差一点的话，主管如果评定差一点的话是会低一点，是有内部差异化。那至于整体来讲，去年我们并没有拿到最高，因为去年我们非常遗憾，就是说我们碰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然后对民众观感比较差一点哈，所以去年行政院给我们的那个并没有给足额，我们是拿到下面那个。不然要只要有漏水就不发2.4个月。去年行政院已经内部考管，如果厕所在管子破掉，就再扣1个月，啊你唔得掉。好，钟嘉宾委员。好，那主席哈，我想刚刚董事长也说出了啦哈，就是应该检讨的是你们这一个绩效经营绩效奖金实施要点的内容啊。如果每一个员工他的绩效奖金都跟公司的营运绩效的旅客数的盈余数来做直接等比例的联动啊，我是觉得这个就不能凸显出刚刚各位委员发言当中的绩效的目的。那刚刚我在前一轮的发言也表达说，其实桃园机场公司啊，它不是一个纯民营的公司啊。好，它如果是职业纯粹追求资金的最大效益，追求股东的最大利益，那我想这不是桃机公司唯一的使命。那我们知道机场呢是我们的国门，所以呢进出的旅客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或者我们自己国人，我们要求的是服务品质。但是你们的绩效奖金当中呢，我们看不到对于部门当中它的服务品质不良的，那只要大公司来客人数增加，那我们就一直发绩效奖金2.4个月。那董事长也讲到你们的隐忧啦，你们这要点不改的话，未来我们的从2400万的这个 label 现在超过到4000万人次的 label， 以后你的成长幅度有限的情况之下，以后你们员工再认真都领不到绩效奖金啊，未来你们的营运可能不能再像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鼓励那些认真的员工呢？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说，你们的绩效奖金的认定发放不能只是单纯的跟公司整个营运的盈余，或者说你们的盈余要看出说
纯粹是因为外在环境的成长，我们的盈余增加，还是说有明确的可以反映到公司员工的贡献的？那员工的贡献，他对公司的贡献，那在于管理上的，我们对于那种表现好的员工给予比较多额度的发放，而不是齐头式的都是平等，然后到过去的几年都是 2.4 个月。所以去年行政院核监你们的绩效奖金是有它的道理的，你们应该根据这样的精神去调整你们的那个奖励要点以上说明。好，各位委员还没有补充意见？那陶基公司有没有补充说明？还总经理请。各位委员，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也给自己一个挑战了。我们今年其实107年度预算，我们比106年度我们已经增加13亿。刚刚我在前面有讲了，我们是大幅的涨。那以今年1到9月份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真的是已经微幅成长7亿，比较我们的编列已经都比较合适在编了了哈。那同仁的奖金，当然我刚才提到大家的努力，我们要给予肯定，但是还是有差别的了哈。那我们去年我们所领的就是说考核奖金，每个同仁就少半个月了。那刚刚讲了4.4，其实平均我们才领到3.2个月了。这个我做说明，刚让同仁再继续来努力了，好不好？好，跟委员会报告。那是不是我先分项来跟各位跟委员会请示，看可不可以这样做了？因为用人的费用跟那个薪资跟工作报酬，因为刚刚讲超时工作报酬是加班费的，这都不会修改没了，就是说你用了还是得付薪水，还是得付加班费。那是不是在于那个薪资跟超时工作报酬的部分，我们就不删减？那就刚才李坤哲委员说，我们就冻在薪资的部分冻结1/10。那因为现在新增的人力，它还是有不同的功能需求嘛，好，那提书面报告，是不是可以先这样？然后大家比较意见就绩效奖金，那绩效奖金的部分，如果是过去几年这种相对来说是被动国际因素，或者说是陆客成长，它其实机场公司的同仁还是有服务啦，有服务有给绩效奖金也合理。那可是大家都有意见，如果数额上面是不是删减数额，是不是照？因为刚才提出具体数字也是黄国书委员啦，100万啊，哦，象征性的啊。那但是还是冻结10/10，提供书面资料、书面报告，好不好？17/16，是负一点啦吼，就是讲说吼，你要足清楚，把眼睛啊，不然给拆开了吼。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是12/13/14/15/16，就是最认真的单位花16/16，你们又分了哦，16是中数，所以我们到后来最好的单位花到22个月，好，阿拜哈，就是花12个月，让那些领12个月的人他就认真，你知道吗？他说，哎，我后半买你要20个月，所以。政法庆委员的意思就是绩效奖金要乘以10啊？不，我现在意思说要把它分成5级啦哈，就是说引进的吼，不用你连我给省了吼，你得想办法花3.2个月嘛，3.2做中数，往下的比如说好都一做单位，那就是2.2，1.2，那上面往上走就是加1，让那个最高的人啊，他可以领到。3.2+2就是拿到5.2，让他拿5.2跟1.2的人，他就知道拿5.2是认真的。当然，你们那个考核一定要跟所有的工会去协商，工会他们会支持你们。为什么？他认为拿到多的人表示很认真，公司肯定以后认真会继续努力，不认真会讲说我下次要拿5.2，那个就会造成整个公司内部的良性循环了。好，谢谢政保经委来陈欧珀县长。我也呼应我们政保经委员的意见事实上，这个我们已经公司化了，就不要那么跟公务人员机关一样，绩效奖金一律的平等，这个只能鼓励这个大家就不用不上进大家反正做一样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说应该给认真的员工多一点绩效奖金是合理的。那分成几支等几个级距你们自己去调整，但是要把那个制度弄出来了。好，那我们这个绩效奖金的部分呢，我们就接受你们这样的一个做一个编列了哈。但是那个集聚要弄出来，我们再同一支那个这样子一个预算的一个执行，好不好？谢谢陈欧珀委员。那我在绩效奖金的部分是不是这样就我再重复一遍跟委员会请示就照删减的额度，就照刚才黄国书委员有减100万，冻结的部分。
十分之一，但是请机场公司提供书面报告。那这十分之一是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书面报告，我们是照年度发，对不对？那是不是我就让四个月好不好？因为你到年底给你们几个月准备了，三个月准备好了，不然中间过年又浪费掉一个月。那但是有关于绩效奖金的发放方式，委员有很多的意见跟不同的想法。那过去是成长导向的，现在可能是以品质跟服务导向的哦。它不能够像那个林俊宪委员讲的一样是遇水则发，以后是遇水不发，漏水就不发。这个还是要有区隔了哈、哦。那这个也请机场公司要检讨。好，那各位委员，我们对于这个人事费用的部分还有没有意见？那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刚才的决议通过哈、哦。谢谢。好，接下来处理26到30项的旅运费的部分。26到30旅运费包含国外、大陆地区跟出国的管理费。哎，各位有没有补充？哎，李坤哲委员。好，这个107年度桃机的服务费用啊，就是旅运费编了1174万元。但我看106年度出国人次是97人，那107年度增加到118人次。但是我看你们那个105、106年度的考察计划，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大阪、成田、羽田、香港、法国，考察计划同质性非常的高。所以我是建议啊，要删除200万啊，冻结1/3。你看你们现在说你们的107年考察计划，又说啊，这个部分是因为要购置工程设备、出国厂验之用。另外你们也加强说要办理2岸3地物流及电商交流，预计可增加10%的货运量。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增加10%的货运量。那我要再提醒陶机公司了，你们这种考察地点都大部分都重复，而且啊，你们去考察的机场我看规模也都比较小啊，而且计划的同质性也都很高啊，这个部分啊，陶机公司要检讨啊。谢谢李坤哲，我现在林俊宪委员。这个啊，我对这个考察也是有一点意见的、啊。你们103年到107年哦，不管出国的人数和天数都大幅成长啊，啊，然后你像大概明年哦，哇，人数增加就是人数占的比例了哈、哦，人次哈、哦、增加34%了，天数增加10%，那每一年都去看，我不晓得啊。除了地点，像刚李坤哲委员讲的，都很多重复哈、哦。你们出去看有没有注意到人家的机场不会漏水？你给我注意点啊！啊，你当年拢出去看是看啥？哦，就是说，如果有，因为你是几乎是例行性的，那考察是应该有目的性，而不是变成哦，好像这跟你员工的福利之一哈、哦，我不是很清楚了。但我觉得这样每年不断的成长哦，这个也违反了行政院所颁定的那个出国原则，因为你的计划同质性实在太高了，哦，所以本席哈、哦、那个我的提案是26万哈、哦，应该予以3减300万了。谢谢林俊宪委员，你都很关心有没有漏水，其实漏水都是我在请鸡排的，你们也没有分摊。其他机场也有漏水啦，真的国际机场都有，但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这些相关的新闻。给给干干，但陶机因为之前的频率比较高，这的确是，但是去年开始其实是有改善了。好，来，那接下来是陈厚朴委员。陶机哈，107年度出国的计划有19项，那赴大陆地区有6项，工程管理经费出国的6项。啊，我对工程管理费出国6项没有意见哈、啊，但是我对于这个大陆地区呢，出国6项这个有我个人有一点意见哈、啊。也就是说，整体来讲哈、啊，我们交通部呢，对于这个政府新南向的政策呢，应该多重视，好、啊、多重视哈、啊。那啊，也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哈、啊，这个把这个预算的计划呢？能够做一个调整啊，多到新南向的国家，好、啊、去做啊考察也好，或者是啊进行交流也好，
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哈，因为大陆对我们这么不友善啊，那我们政府部门一直编庞大的出国那个旅游的考察费用啊，这个似乎跟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状况啊，好像我们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啊，所以在我们交通部门呢，我们希望这个方面呢能够做调整。那因为今年明年度的预算呢，大概增加200多万，你们确实有需要那么多吗？啊，这个我们需要你做检讨哈。那我具体提案是这个，大概是205万左右，所以想说这个部分呢，请那个陶机公司呢，啊，是不是针对大陆地区呢，没有必要去考察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啊，那增加了西南向的这些国家的考察。好，谢谢陈副委员哦。所以等一下陶机公司就一并回答了。如果是有我们接下来新建工程上面的考察必要，还是有新南向的必要，也要提供说明。然后学生也要先讲哦。好，那就陈学生委员完，钟嘉宾委员再来，就是那个叶怡晶委员。报告到我是第一次发言了，他们都讲好几次了，所以谢谢各位。我觉得啊，去一个地区不一定是说，哎，北京去过了，上海去过了，不要再去。每年的情况状况变化无穷，哦，都状况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说西晋南南向啦，通通都要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旅费啊，不要去碰它。为什么呢？要以机场公司他们的业绩啊的幅度，哈，幅度成长啊，来做决定。你不要说哦，这个去年去了90个人次，今年去110个人次，还人次增加。他钱赚多了，你旅费给他一点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我的看法跟他们呢，啊，有点不太一样。我不是代表这个讲话哈。好，啊，新南向外还有人抗议啊？哈，新西向。真的不要说一直讲到大陆啊，这个大家很像就砍了，啊，杀了，不需要了，真的不需要了哈。我觉得以机场的业绩为主哈，他们如果业绩是成长的话，水涨船高嘛，是不是？水涨船高，刚才欧博那个欧博啊，还有保清委员都讲得很好啊，是不是？就是欧博要调整的，啊，不是调整，我是讲说他们，比如说绩效的问题，因为保清委员当过台研的董事长哈，我以前呢也管理过酒厂哈，像绩效奖金什么的，我是刚才在讲到前面去啊，绩效奖金，你说2.4个月。你一个集聚一个基数在那边，通通当然你有上限嘛，就是2.4个月嘛。你应该有个集聚的话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像这个旅费的状况，我不是替机场公司讲话，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啊，我也不是解放军啊，我也不是解放军。好，我不是解放军，但是我们持平而论了哈，大家都是好兄弟好朋友哈。大陆尤其两岸关系要改善嘛，当然机场公司有必要。为了招来这个观光客啊，有必要去那边做一些探讨啊。我还觉得一年去一次还太少，应该到北京、上海应该去两次，派更多一些人去了解敌情，懂了没有？深入敌情，研究状况，然后业绩才会成长，好不好？我建议不要删哈。OK。对啊，中国观光客来台湾占大众，其实两边的了解还是有需求，因为每个国家来的台湾的需求不太一样。好，接下来是钟嘉宾委员玩的是。李坤哲委员对不对？然后再叶怡晶委员，哎，不是，钟嘉宾委员完了，是叶怡晶委员，再李坤哲委员了哈。钟嘉宾，谢谢哈，谢谢主席哈。始终我在看桃园陶机公司是不太一样的哈。我过去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地方上做好对乡亲的服务。所以呢，在地方民意机关审查出国预算的时候，都要问一个啊，为什么你国内对乡亲的服务，你做的还不够，你还要到其他国家去看，你要看什么？我们会被问到这句话。所以其他行政机关编列出国运旅费呢，是要来审查的。但是陶机公司作为一个国际的旅运业啊，它本身就没有所谓出国这件事情，出国是正常的。就是说你们应该是就陶机公司去特别把出国旅运费挑出来编列，而必须加以说明。我个人觉得这个公司就不够国际化了。照说今天董事长不应该是365天、300天在国内啊？一个好的一个机场营运呢，不断的必须到其他各国不同机场去看，看人家的好坏。第二个去拉客，看人家哪里可以拉客，我们去那边经营关系。更重要，我个人更重视一点是什么？台湾现在的国际处境非常的困难，所有的官方组织我们都被排斥，
今天机长公司好不容易，如果在世界的评比上有一席之地，我们要去做替台湾做国际的公共关系，利用机场这样的国际的旅运业的角色，经常的去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去让台湾的能见度在其他国家能够被看到。今天我们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叫其他相关机场的营运组织，我们去表达意见。你说中国北京方面可以打压吗？这是旅运业啊，这合理啊。所以我在看这个出国考察或出国的这个会议，我反而觉得说陶机公司应该大幅的提高你们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这样的经费支出，透过不断的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让台湾的能见度提高。我们今天不可能坐在家里等人家生意从天上掉下来啊，任何的国际贸易公司的老板都是到处出国去拉订单的。那你说这个公司难道会把出国的经费很抠、很严格的来限制、来审查吗？那我是觉得今天大家谈的不是说对你们出国旅运费有意见，而是说陶机公司本身自己的心态是什么？你们把出国当作是一件是一种对员工的、对干部的一种酬庸，可以出国去度度假、散散心，还是说那是公司基于提高营运绩效所必要做的工作支出？出国是很累的，单单去一个南半球的国家，时区跟我们差12个小时，那个时差调的都很辛苦。但是我们希望说，今天在陶机公司看待出国这个事情上，基本上没有出国这件事情啊。陶机就是一个国际公司啊，进进出出在不同的国家是正常的、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未来在公司的一个预算编列上呢，这个心态上要调整啊，这是我的意见。机场公司员工天天在出境的，每天都在出国。好，接下来是叶金委员，然后再李坤哲委员。嘉宾，时差是经度，不是纬度，南北半球没有差了。哎，没关系啊，哈，我的看法跟钟嘉宾委员是一样的啦，哈，我并不是要删预算，但是我要请问陶机的是。你们如果把这个定位为员工福利，像林君宪委员讲的，那你就讲白的。可是呢，你们叫做出国旅费考察，我们就想要知道预算。我不是要删预算，是想要知道成果是什么，想要知道你们去了以后学到了什么。这个不是要你们写报告哦，不是要你们去抄那些什么心得报告，是你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假设你们今天去看了一个好某一个什么今年被评比为世界什么什么第一或者第二的，那我们去学习回来，你告诉我你学到什么，所以你要做怎么样的改善。啊，我想在座的每一个委员都会很高兴、很乐意给你们备用。但是你不能说，刚才钟嘉宾委员用国际贸易来比例那个一个国际公司的老板一天到晚在飞，但是他不能一天到晚在飞，飞来飞去，皮包里面还是空空啊。他要把订单拿回来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旅费，你要把订单拿回来啊。好，就是回来以后你要告诉我。你学回了什么东西，拿回了什么东西，再来我们陶机要怎么样来跟上人家，这个要给我们看呢、啊、哦，不能只有要我们给你们旅费啊，哈，是这样啊。好，谢谢叶金委员，谢谢李坤哲委员。我再重复一次啊，我对陶机公司要考察，当然基于一个国际机场的营运啊，必须跟国外的机场来考察学习新的营运知识技术，来提升营运啊，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事。我一再的刚才也向陶机公司曾董事长还有肖总经理也提起过，考察的地点太多重复了，而且很多多数的机场你们要去的地方啊，规模都比较小，那你的计划的同质性又很高，这个部分呢、啊、是陶机公司要检讨。那我刚才提起啊，这不是说中国大陆不可以去，我刚才举例啊，105年度跟106年度，你们都已经这个考察计划都已经包含了大阪、成田、羽田，还有香港、法国，那考察的
同质性那么高，又要再去，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呢？你们要说明清楚啊！哦，并不是说中国不要去或怎样，因为对于国际的这种航运的运输，那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安全以及相关的联系，当然是非常重要。哦，这个也不应该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就是说你们的这些地点重复，而且机场的规模又比较小。如果说你们去的是很重要的国际机场，比我们大，哦，而且营运的效果比我们好，那你去小机场，营运也没有比桃园机场好，为什么要去呢？哦，而且相关的计划通知性又很高，这个请机场公司要明确说明了。好，谢谢李坤哲委员，他们委员要补充的。那董事长，哎，陈淑月招委来，请。还是要补充的。好，谢谢主席了哈。我本来不想发言了，可是听了那么多委员的那个建议哈，我也有同感了哈。事实上，即使在我记得我刚第一年进入立法院了哈，就有朋友跟我提过这个机场的问题哈，就是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经常跑中国大陆哈做生意哈，那时候他就跟我提过说，哎，跟中国大陆那边的机场比较起来，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真的是差很多了哈，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如果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他们那边很较好啦，因那边较好啦，所以我是觉得说，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去考察了哈。这个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政治立场应该是无关了哈，跟政治形态无关，所以对于去中国大陆考察，本席也没有意见。那我的意见是跟刚刚几位委员的发言都一致了哈，像跟嘉宾委员还有叶怡静委员的想法看法都一样，就是说去考察之后，到底对我们回来之后经营这个桃园国际机场到底有什么帮助？好，然后有什么收获？好，就是说你们基本上要自己设下那个目标了哈，不是说去考察之后回来。就好像只是为了就是考察而考察回来哈，也没有对于整个营运有所帮助，我觉得这样子哈就不好了哈。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考察，希望就是说在整个提升桃园国际机场的营运上是有帮助的哈。谢谢。哎，谢谢陈淑月招委。那来，那就机场公司我们统一回应。各位，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出国考察这样的一个旅运费的编列啊，我们大概有三个项目是必须要去做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后续会有重大建设的执行，会有非常多的国外的产品要去做厂验跟查验，那这算是不做的话，合约上没办法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要派员去办理相关的厂验查验，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因为刚才几位委员都很肯定，就是说在机场公司过去已经六年的时间，我们是长期担任 ACI， 就是国际机场协会的理事，我们是机场的高阶管理人员，目前是我担任，过去是总经理担任啊，担任理事。他每年都会两次理事会，那只要连续缺席两次就被除名了，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难得有参加国际正式的组织哈，是国际性组织，我们可以担任理事哈，这个我们非常珍惜这个。那因为也是这个是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我们也有相关的高阶的管理的主管哈，去参加他们的工作委员会，来参加有关于国际机场各种方向发展上的一些探讨哈，这个也是参加国际会议必要的。这也顺便回答刚才李坤哲委员所希望了解，就是说我们明年的理事会是在成田，在成田机场，所以成田机场我们排成田机场是有一些参加会议的必要的时候，所以感觉上有时候会发生，感觉上会重复啊。第三个就是互相学习交流了，因为我们会看到某一些机场发展的有一些特色，譬如说我们在最近已经去过不止一次到赤腊角去看赤腊角的国际货仓，因为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我们全世界最大的货运仓库的这个一些运转的情况哈。那我们也安排去看新加坡的那个物流园区，它物流园区也是
他们最近一两年发展起来有非常特别的一套管理制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那这一部也跟我们机场后续的货运朝转向是要发展国际电商的发货仓库，以及要开始展开冷链的这个导入，冷链货运的导入，这个应该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因为这个是整个很大的趋势。那我们如果不去看别的机场的话，我们会走比较更多的路了。好，这部分也是具体上我们有一些已经看到有一些作为产生效果。我们货运处也很有企图心的表示说，我们继续希望透过这样交流以后，把这两个业务带进来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在桃园机场的货运再往上升级。因为目前我们大概是以进出口为主，而转运的这种发货的形态比较还需要继续去拓展。我想以上是简单的报告了，希望委员能够支持。如果我就是说能够保留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冻结十分之一，然后来提这个宣报来做说明的方式来处理？好，谢谢董事长。那林俊贤委员，还在李坤哲委员，董事长，我们不是全数删除呢，我又不是全数删除，你讲到现在干嘛？你那个年度会议，你本来之前每一年都有派员参加啊。我们是对你为什么会每年不断的持续成长？你像你明年预定的天数有205天呢，上班天数才220几天，你等于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国外。我们又不是不让你们去，我说你们为什么会增加那么多？那你能讲那个意思，好像我们是全数删除没有嘞？好，如果你要这样，那你把你这几年出国的那个名单哦。这个一定是中高主管啊，才会有机会出国啦。你怎么构建五省来啊？你看完，我们看一下到底多少些人在出国。我看就保证有很多人一年出国一次以上啊，对不对？你基层劳工哪有机会去？那你编起来人次是118个人次呢，哇！来，拿简单把资料全部拿出来。好，我看哪些人在出国，哦。你连那个每年的会议，您不能努力去啊？哦，是不是？那为什么从103年到107年，每年都增加？不，请他们把那个相关资料，好，书面全部都送出来看。好，快得贵人去，阿去冲啊！书面去什么地方？刚才有增加的部分，董事长有讲了，因为工程开始了，他有些验证必须要出国的，但是那个比例是多少，刚才没有说明。对了，李坤哲委员完了之后是叶经委员，好不好？好，我先请教一下，在座陶机公司在今年有出国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都有啊，应该的啦，都是主管了、啊，中高阶的。主管要没有出国很难呐、啊。那个，我看到那个工程的那个林处长，为什么你都没出国啊？啊，太忙了这。好，我请教一下董事长，请教一下董事长跟总经理哈，那你们也要去成都跟宁波，那这两个机场是有什么查验的会议吗？或者是国际的会议啦、啊，还是什么国际工作的会议来说明一下，去宁波干嘛？有什么会议吗？这个宁波跟成都具体的，不，成都我先说明，成都是我们的姐妹机场啦。好，姐妹啊、哦，哇，我们有签约的，签约的，对对，原来是姐妹，好。那宁波这边兄弟，兄弟吧，不是啦，一般我们称呼就是这样的，抱歉啊，跟中国姐妹就有签署的一个。那宁波这边，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有关于货运，它这边有一个宁波机场有物流园区，还有杭州这边有一个两岸文创产业的实验区啦。哦，其实我们大陆地区很难得有机会去了解到底他们还是跟我们对挥的机场，我们有需要，如果有机会，宁波跟宁波是华信在飞是吧？还是这？是不是？好，没关系。姐妹机场就要去了，是不是？我们姐妹机场如果有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个，我们有十几个姐妹机场。它是什么议题？好，那这个编内的姐妹会，你问那么多干嘛？兄弟会，你再问一下要做什么？姐妹会。哎呀，姐妹，宁波的刚才物流园区还是文创园区还是什么？是。就他有没有固明年有固定会议？啊，那现在怎样？
是宁波是哪一个部门排的？我们那个是，据我了解，是我们的那个货运处编的。货运处编的物流。是。对了，我也请教你们说要去参加两岸三地的物流及电商交流，预计可增加货运量达到10%以上。这10%以上是一年会达到10%以上，还是3年会达到10%，还是10年一年就会达到10%？目标是这样。目标是这样啊，其实会到10%吗？这个有待检验了。这个我们在接下来会注意，请问这个会议之后啊，一年我就给你们一年的时间来看会不会到达10%，好不好？好了，叶怡晶委员。这个很好了哈，我就是要这样的资料哈。就像刚才你说宁波，你们去了一年，增加10%的物流啊，预计啦哈。然后呢，我们再来检验事后有没有达到10%，或者超过，或者差一点点。这样，我一再强调，我没有要删你的预算，但是我就是要你们拿出这样的很清楚的拿出这样的资料给我们。你去哪个地方？比如说你去哪个地方看人家的漏水，那回来就治好了，那 OK 啊，就是要这样很清楚啦，好不好？好，把过去的一年拿给我们啊，未来的一年也给我们，这样哈，资料哈。漏水是比较奇怪啦，没有漏水的你去你也看不到他为什么不漏水，有漏水的去他就漏水，你还去看？去以前漏水人家怎么治好？你去看一看哦，回来你也会治的啊哈。我是举例的哈，以我个人经验是还好了，至少有漏没有烟呢、啊，还好。来，还有没有委员要补充？我来。这个要书面的报告啊，多久可以拿出来？好，来。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多久？你不要到明年底才给我、啊。我还要3个月。没有，我初步总要这个计算估计这样子一个。总计这样了，明年的出国一个月了，3个月。明年出国的预，你们要怎么规划的哦？当然，你还是可以有保留一些弹性了。要怎么规划的？给委员会一个月内就给委员会书面资料了，是，好不好？啊，去时间应该有嘛？你们编预算的大部分都有了。今年的成果不用给我们吗？明年的预计算跟今年的好成果，今年的因为明年有成长，只有一年呐，不用这样，你们做太多年了。那跟委员会报告一下，至少我们执政，我们负责吧，对不对？那我们就冻结1/10了。那但是因为他的报告如果。他报告如果一个月就来了，就跟书面报告也无关了嘛。问冻结马上解除，还没开始就解除也是奇怪了。好了，就冻结1/10。那书面报告，好，那刚才委员所要求的今年的执行状况，跟明年你们预计的执行状况，提供委员会。啊，跟委员会报告还要不要删除？其实以机场公司的规模跟未来需求，1052万。以我看起来是不多了，删除真的跟委员会请示一下，就冻结就好了，不删除好不好？冻结1/10，然后报告书面报告的部分就照我刚才说我们各委员所要求的，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处理的是31到33印刷装订跟广告的费用。那刚才陈树月招委有提33案了，有说明，如果要补充的话，我们再不用哈。好，接下来林俊宪委员。谢谢赵委员，本席第32案哈、哦，你这笔预算，你今年就比去年暴增了、啊，所以我们去年在审今年你这笔预算的时候啊，哇，那个贵公司就报告的，好像你们要瓦里还被做瓦这一代机了，你们今年是编8997万，因为你去年的决算只有6100啦，所以等于说你今年预算比去年的决算多了45%、喔。那你去年来这边报告哦、喔，哇，这个可能感动了本委员会哦、喔，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会通过了。好，你给45%已经，但你们今年执行到10月底啊，只执行了35%了，执行率那么差，啊，你去年来叫我们欧北公公哎，你被偷五成啊，公掉拢我厉害，啊，就给你们钱。8997万，到10月底只执行了3200多万，只有执行率啊，只有35%。然后你明年还要增加，如果你明年增加，照你现在编的是9072万了、啊，那等于比105年，就是去年的决算啊，
多了47%呢。你这钱是到时候用得多哈、啊？哎、啊，给你们预算你也不会花。那像今年，你今年执行率那么差，所以本席建议啊，我们在这个服务费用里面呢、啊，这个我们就统筹1000万了、啊，啊，内容再由他们公司自己去调整了。好，谢谢林俊贤委员。哎，接下来是郑宝清委员。来，我想啊，这个我跟进线一样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编都编很多，啊用都用很少。你看一百六到十月底才花3200万，结果我们剩下不到三个月，但是还剩下5000多万呢，5658万。所以我们都编得很大，但是花得很少。所以我想这个啊，一定要请这个我们这个主管单位要来说明，为什么你每次都编很多啊就花很少，那今年还增加更多。所以我的建议，我是删的比较多，要删2000万了哈。那我们进线是删1000万，那我们数月是要删200万，啊，冻结这个，1/5。我想是不是要请他们来做详细说明？为什么你们都编很多，就执行都很差？好，机场公司有没有补充说明的？今年到底是你们有没有用啊？跟委员报告，我们今年的预算虽然编了5500万，到十月底我们是执行3200多万，但实际上因为这些预算是分期这个验收分期付款了，那我们也初步的检讨过，到这个月底我们应该可以执行完了，这个是有需要。那我这边也会再补充说明，因为机场最近的，总经理说执行完是8000多万会执行完了、哦。啊，广告费用没有，你整个科目是编8900，快9000哦，8997哦。台总长继续嘿，是，那因为今年呢，我们现在一些的重大建设都陆续在执行了哈。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航站北陆丰，马上航站换开放航站南路，像这些相关的文宣，之前我们预办登记这些的文宣种种，其实广告费用都是在这一部分哈。那我们实际上的执行情况，后续像我们现在 T2 扩建，其实有很多是配合我们内部的工程，或是内部的一些动线改变什么，我们都有一些事先提出来的一些广告先导的费用，在媒体上要露出这样的费用了。总之，这些路线变更有真的有需要广告吗？他们如果真的常进出的人，有必要看广告吗？应该到刚去嘛，怎样吧？你就网路上面宣告一下，手机上宣告一下就好，那个花不了什么钱吧？如果是花在那边就很奇怪了哦。我们把广告跟印刷要分开讲嘛，哈，广告费刚才说是5000多万了，印刷装订就3000万了。那你其他的都没执行吗？你整个服务费用是8997啦，不是5000几啦。哎，拿麦克风好吗？嗯，谢谢。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广公告费因为包含两项，一个是业务宣导，也就是跟活动性质有关的，另外一块是跟媒体露出有关的，所以刚刚我们总经理说明的那一块是第一部分，就是广公告费，就是媒体露出和制作。那这个部分因为刚刚讲到有一些像是年度的像交通维持计划，我们现在工程进行，道路要改线，所以要做很多影片或者是制作物要在媒体上露出哦，所以这个部分比较需要用到费用，这是刚刚讲5000多万。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活动业务宣导，这个包含像国外参加航线拓展的论坛要参展了、啊、等等像这样的费用，或是国内的论坛、啊、我们要主办一个机场论坛也是会用到这样的费用。那这个是目前广告费跟那个媒体露出主要执行工作项目。那你们结算，你们在结算的部分啦，刚才总经理是说3000多万目前的执行，他年底在广告费会把这2000多万再结掉这样子。阿春的呢？阿春的是一千万呢？不是，刚讲是广告费，现在4000万是印刷装订费。那、啊、你广告费才5700，那他全部是快9000呢？那不是还有3000多？
来，郭组长，报告委员，那个有关于那个执行的那个，我们是一般的广公告费，我们是分为三期，哦，到十月底，一般是第二期执行完毕，第二期执行完毕了之后，所以说那到时候才报验，才所以说十月的预算你就显现的就会偏低，哦，所以说，但是到了目前为止，我们的广公告费执行率将接近100%。广通告费多少钱啊？你广通告费多少钱啊？5700、5600嘛？那个是108年的，今年的啦，今年的啦，你讲106的，不到5000万。我在讲8900，阿姨都搞到讲5000几。不是我的广公告费，广告费跟印刷装订它分开讲，那是另外印刷费是另外的，这两个大项目是并在一起的，不同的单位所掌管。你同样都编在服务费用哎，对，是啊，啊你有执行3000几啊，报告，啊你编8900不是？嘿嘞，有那个期程，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十月份的时候已经，报告十月底跟第一期，报告那时候那个时候第二期才在签报，还没有付出。哦，到目前以今年的为例，到了今年的话，几乎到我这个部门公共事务是负责的这个部门，几乎达到100%。你们广告是统包的还是你们个别谈的？如果是电视广告的话，公开招标6家，然后他们去做媒体采购，分期，分三期。好了，各位还有没有意见？印刷的部分有没有意见？好。那个报委员会啊，我们是不是这个？以去年要开6100啦，去年啦，去年国审要开6100啦，啊，今年也不要截屏啦，啊，每年要个增加到9000，啊，你要增加什么东西啊？委员会报告，是不是我们这个33案处理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不好？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案子先处理掉。那各位委员还没有？其他需要机长公司说明的，不然这样，嘿呀，我来采了哈。看起来，就算你广告费执行完，赵正宇委员同意那个租金不要删了。什么租金不要删？等一下，等一下，哪一项？等一下再说。等主席，我跟你讲了哈。好，主席，租给赵正宇委员的不要删。不，主席，好，来林宪委员请。我说他执行不能就以去年了，去年他执行完毕了啦，他去年执行6100嘛，也预算变化在那么在一般变7000啦，也执行率嘛不到80%，不到80%。去年我们都不讲话了，你去年执行完毕了啦，对啊，一挂上6100啦，哎，去年他嘛回7000啦，去年我讲的是去年的，这个预算给他删个20%，他都觉得没问题啦，啊，我们才删他1000万。删不到20%哎。好，来赵正宇委员，那个赵委员，你有要补充吗？刚才租金跟这个是同一项吗？谢主席，那个董事长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租金怎么每年呢，没有调降？因为租那么久了，应该越租越便宜啊，没有调降。第二个哈，那闲置土地为什么没有利用？33案之前呢，没关系，叫我讲，我就一次现在就讲啊。这个你是在哪一案子里面的？我那个52的啦，不是这个案子，你跟我讲，我顺便提呀。顺便提啦。然后就等一下弄完了就一次就好了啊。对啊，不要算在这个项目上了啊。我没有算在这个项目上。好，OK， 谢谢赵委员啊。好，那总经理，你们对这个有没有要补充的？印刷装订跟广告费，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照林俊宪委员的删除1000万？好，删除1000万，然后冻结1/5。那总经理，请你们把其他部分那个51就不要动了，那个租金的部分嘛。今年所执行的哈，你们所购买的媒体，那开个清单给委员会好不好？好，你们书面里面一定要含这个所有的清单哦，包含说你在哪些报纸、媒体网电视网站上面，好，开清单给委员会好不好？书面资料那就这比较细啦，4个月好吧，给你们4个月，就过年后之后提供。好，那报告委员会，我们31到33项印刷装订广告费就删除1000万，
冻结五分之一，那请提供书面资料，对他们自己调整。嘿，好，包那我们现在就休息十分钟。好，谢谢各位委员。讲的有道理啊，我还很客气，才出单200万嘛。老板，有您开6000亿，放对，有您开6000亿。去年才花6000亿，不是7000亿是预算。你去玩就去玩就，我十五四十年前到的，我们去玩。我们四十五才刚到的，去马上被抓走，太危险了。就像我刚说的，写你要去，那、啊、你要增加多少？不要写给我们啊。你要去可以啊，你要去有什么收获回来？要写。那是你们业务吗？我们业务应该是机场的管理员，因为我们现在是那货运，货物运。起码这么电子商务，我希望是哪一家业务？同乡在台北办啊，在台北办啊，真的。我投票，投票会回去吗？二氧化碳浓度很高，你要投票会回去吗？没开空调，就它那个二氧化碳浓度很高。对啊，我觉得好闷呢，好闷啊。你看，话说今天12点了，温化的又是毛用我空调开一下。对，我们最近马祖送来的哦，都被下来。被下来为什么？被大陆污染怎样啦？他们那边也会被污染，就大陆啊飘过来啊。每年呢、啊，你们做一次断层，污染源都是马祖飘来的啦。马祖最近好几个飘进来哦，这个肺里面有一个红红的东西，我过来以后就断层，就是肺肿瘤。我讲啊，跟阿依然这样，依然空气啊，有一点，依然呢。
好像台东花莲比较好一点吗？宜兰也不错，其实看成分，看成分呢、啊。可是我记得上次有看到那个图，好像是台东跟花莲比较好、欸，哎，啊，整个西部都不好。由、啊、高雄也不好，由北而南的还是会被挡。高雄非常不好，高雄没多啦。高雄起码已经比十几年前都就这样嘞。啊，直用听总都不讲话。我在后面啦、啊，我体验很少哎、欸。早一点不要抬。哎、欸，按海龙王，我先离开了。没问题啊，我就是有时候你们要先讲，我就怕你们要先离开。我本来想先离开了。开始了，刚刚酒驾自己，不然那节。也在处理掉、哦，可以的，可以的，动作快，动作快。哎呀，礼拜三我到闽南华给处理掉，啊，我礼拜四我到要来叫我考察。三大陆都没意见，如果都没意见，怎么有可能？不可能没意见，对，无人机也不可能没意见。是我看起来还好，我觉得大家提的也。是吧？讲得通，看状况了。这个逐条你就很难讲，比如说一条就卡很久。预算还可以控制一下，反正十一点以后大家都没力了。十一、点之前会下面按照台东公干，来这样要的啊，对，好了好了，过去这样。啊，这样子看有没有礼拜三就把解决掉，我们礼拜四。会希望。先来告皮仔，就是因为他太多条了，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你一条一条讲，光讲就要讲很久。对啊。所以礼拜三整天吗？一定一定，至少一整天。是吗？看能不能礼拜四啊？至少要一整天。一定的，因为它那么多条，它其实分三，它分三大类：无人机那一类，然后复兴航空条款的那一类，跟其他类。所以它其实有三大类要。礼拜三可以定。好，那礼拜四，礼拜四你蛮爱老的，老半工，他无方便。无啦，阿伯你就礼拜三早上，礼拜四早上。没有办法处理我。买啦，银行法。买啦，我礼拜四啊，礼拜四。靠腰。不会啦，还好，比较都没关系，还好啦。我们其实都安排得很好，也不会说很少那种，一直还两天空一天的，我们也很少啦，还好。哎呀，就是讲你卖生活办事差无。啊，要死对，你死啊！对如果你礼拜三省得完，你也不可能这样硬拖拖到礼拜四啊。然后叫大家在，虽然不用签到，可是你至少我们很有效率的。不是，你至少要过的时候现场还要两个人呢，因为打个招聊聊。他们立个办快去拜三拜五。我们还有委员会，还有招委有一些费用款项，但是他们都要请吃饭。可是我觉得请吃饭送东西了，我明天你不会上台？我上我要我请，因为我也不知道送什么。我送袜子跟芭乐，我们那边我选区的特产。那、啊、我男女袜都送，所以女袜可以给太太用，啊男袜你们自己用。我也要。有有有，我一人。哦，你也要，哈哈，那你也塞一份。这是固定来源。我本来是稍微有一些额度可以用了，而、啊、我现在准备我们的地方特产就是男女袜，我们那很高级，男嘿，一盒女袜，哈、哦，女袜可以给你太太用，啊男袜就是那个。很高级的那个弹性袜跟除臭袜，好啊，不是，我报告一下，我本来是想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剩四万多块，我就捐给那些国道警察那种，我捐什么银。不通啦、啊，但是没有办法，他说不行，通了一点，因为他们有一些受伤伤亡的啦，啊，你又不能请他吃饭。我晚上给他们捐加泰金或什么的啦，是啊，就变这样了。然后我，所以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用。我就是我们本会委员还有交通科的人呐、啊，就送他们一点。我们是五十五度。
来，报告委员会。那现在我们处理三十，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现在处理第三十四到三十七案的病案，修理保养，那保固费用。我个人的提案是都跟着民航作业基金的去调整了、啊。好，那这个部分有没有我们机长公司有没有意见？等一下再一并说明就好了。那其他委员还有没有意见？刚才陈述月招委已经有说明过了。那个招委，你还有没有补充？那这样机长公司可需要说明吗？陈昭伟的那个陈淑月昭伟是删除三亿，我的部分都随同调整了。谢谢委员哈，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哈。李克亮当然有微幅的成长了哈，但是我们因一例一休，还有我们第二行下的扩建七亿，好陆陆续续要开放，到明年都要开放使用哈。那有一些的后续这边的设备维修，还有我们的旅客运输系统，还有那个行李自动分解系统等等这一部分的修理保护这一部分，我们随着这个设备的成长，我们还是增加，我还是希望委员能够同意我们按这样的来编列。谢谢委员。那个第三十四案，陈淑月招委他所说的，你们那个执行率106年度的执行率为什么还不到？确实吗？还不到五成，这个部分是不是说明一下？委员，我报告一下，这一部分主要是维持航下这些设备的维护，主要是以这个维护人员的人力薪资为最大宗。那大概十一份统计有到85%以上执行率，所以到年底应该可以90%以上。就是到这个月已经有80%了，是不是？对对对，没错。这个还是用在人力的部分。对，大部分因为主要航下的这个相关的维护设备的部分，还是以人力密集的这个劳务企业为主。所以当初会编比较高，是主要因为一例一休。那因为这个大部分都是2年到3年的契约，那薪资的水准以今年到明年，在事实上是比大概2、3年前要高了。所以这个编列的预算会107会高，主要是这样。那另外就碰到 PNS， 就维持航下兼这个转机旅客的自动电车的这个部分，大概明年会有个大修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就占了很大的金额。所以，招委，你可以三思案。那就尊重主席了哈。那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报告了，好不好？一个书面报告哈，然后送本委员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跟委员会报告。那因为我所提的35到37案是根据我们之前在审查民航作业基金的时候必须要随程调整的，那我把它调整在这里了哈，就是在那个修理保固跟那个费用上面，然后分成服务费、那个营业费、营业成本跟业务费用啊。所以是不是就照如果删除的部分，是不是就照我35到37这个案子？各位有没有意见？那如果那再来就是书面资料的部分，我们就依据34案陈淑月招委的要求，好不好？好，那34到37案我们就做这样处理。在38、39，
哎，三四站那个招委，你还要冻结吗？好，那就不用冻结了哈。谢谢招委。然后再来就我们处理三八三九，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用。有两案，是不是委员有要补充说明的？三八三九，那个三八是周春明委员的，三九是李坤哲委员。谢谢招委。那我的提案是38案哦，那主要是针对陶机便列的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那今年又增编到11亿833万多哈、哦。那陶机这个部分的预算是从102到105年度，从3亿多、4亿多、6亿多、8亿多，那去年是10亿多，今年是11亿啦。但在预算书都只有说明这个是支付佣金、会费、手续费、公证费、外包费，我们无从去从这些比较程序手续的费用去理解说要编到这样11亿多的经费的使用的用途跟必要性哈。所以这个部分等一下请陶机说明一下。好，李坤哲委员。好，我的第39案啊，是有关于服务费用，也是有关于除障包装代理及加工费，它编列了11亿833万。那我比较重视的是，它有一个向下的劳务承揽，编列了9亿8762万。那陶机公司啊，是国家经营的一个公司啊，应该要重视劳工的权益。为什么要这么大量的使用劳务承揽能力啊，达到9亿8762万？那这个对在地，因为是桃园的就业人口有帮助吗？你都要用劳务承揽，那劳务承揽对于劳工的权益啊，是伤害非常大的。那对于桃园地区的就业稳定也没有帮助啊。那这个部分，请你们说明一下好不好？我认为至少要冻结1/5的。你们要提出这种书面报告之后啊，使得动之来。不过我要先听你们讲一下，为什么这种劳务承揽要9亿多呢？好，请总经理。是跟委员报告哈，在劳务的这一部分哈，当然我们外包的费用到9亿多哈，那主要里面当然清洁维护这一部分就有4亿8000多万了哈，这一部分会很大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空调的操作的这一部分哈，也到高达1.19亿了哈。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机场捷运外包的，就算在我们 A1 车站里面的行李一般登机行李托运这一部分的外包费用也增加了1亿多了哈。所以整体来讲整个费用大部分都大宗是在这里。那因为我们公司现有的人力也不足以去来主说一定要用外包的方式，但是外包的话有很多其实是我们外包给地勤公司啦，就是陶勤或是长勤啦，也是在机场的附属机关，我们所谓机场大联盟里面的所有的单位哈。那如果说有比较特殊，就是说那个清洁外包部分啦，那清洁外包这一部分4亿8000多哈，这当我们公司也没办法去容纳这样，这一部分只有能够外包。但是我所了解的，大部分都是在桃园地区的基本，因为他们都有交通车接送，哦，而且我们要求他的基本的薪资等等，我们这边我们都有在提高了，是。这个部分你们清洁的部分劳务承揽是4亿8000多万嘛，对不对？然后行李的部分也是大概1亿多嘛，是。哦，那我请教你，你空调的操作也使用劳务承揽吗？是的，这个是分别有长勤、陶勤等地勤公司在操作，我们委托他们来操作。嗯，所以你们有陶勤啊什么这些，你们把它列为是劳务承揽吗？是的，我们付钱给他们的。是。那我们从102年到现在，如果照着周春明委员的数据，成长了快3倍，差别主要在哪里？如果你机场捷运的 A1 站扣掉1亿多，算2亿好了，那增加了7亿多，所以等于扣掉2亿的话，增加5亿多，是差别在哪里？以前这些事情不是都在做吗？机场捷运都这一部分刚好稍微讲的时候1.1亿，但是在这个清洁的部分，因为我们的区域有扩大哈。那要求的人力等等哈，多的旅客量也增加，所以他们那个清洁的频率相对人员就相对的增加，这一部分也有大幅的增加。是。
赵伟，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我先讲下一个，请他们提供哈。就是下一个那个40到47的哈，这个案子哈，他的那个专业服务费中委托调查研究费没有内容。这个专业服务费中委托研究费没有内容，哈，都没有内容。还有，管理费里面委托调查研究费没有费没有内容，所以我都予以删除哈，要不然就请他们提供内容，完全没有内容，怎么让我们给预算呢？哈，好，好，谢谢叶金委员。好，报委会，那38跟39案是不是我们就依据冻结1/5啊？删减的部分。各位有没有要有删减的额度的要求？周春米委员，我跟委员报告一下，38到39是吧？对，38、39，对。我们刚赵伟问的问题好像还没听到陶机公司的说明，就是从102到他们说人员，他说因为旅客增加，所以他的清洁费用会增加，那如果面积扩大，所以旅客增加每年都会增加。这怎么算、啊？明年不太增加了。好、哦，就超。阿拉跨美尼贝内医生，好了，尊重那个，至少要说明清楚吧。我刚才扣掉2亿啊，就是其实他只用到1亿啦，就是 A1 站的部分。那把清洁费也算进去，他 A1 站的那个预办登记算1亿嘛，对不对？清洁费算1亿好了啦，算1亿，这样扣掉2亿，其实你们从102年到现在增加了5亿啊。清洁增加，因为清洁有没有400多人增加到800多人了？清洁是很辛苦了，但是清洁好像效果也没有到100%，大家都非常的满意啊。那是不是减5000万，删5000万？可以吗？来，机长公司，因为这些都是人力的问题哈，那一例一休的问题，这些我们也要帮他考量到，所以实际上我们所编列的这样，我们是不是建议好减的1000万就好了了？来，郑宝清委员，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案哈，大部分都是人事都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人事案了哈。是不是我们可以支持他们呢？好不好？好，那这样的话，38、39案的这些委外的这费用，删除2000万，好不好？好，董事长可以吗？不，这个有些都在履约当中，我们这个签约都2年、3年这样子，是不是可以不要删到那么多这样？你们哪一些是2年、3年的？我们清洁啦，还有像刚刚所讲这些，我们签约都不是一年签，我们都签了几年了。刚刚跟去扣脸的，好，那就高委员可以接受1000万吗？招委要2000，怎么这听招委的？尊重招委啊，尊重我是尊重大家。好，那就1000万了啊。好，那冻结1/5。可以建议冻结1/10，因为我们1月份开始履业阶段哈，1/5可能是不是可以冻结1/10？那就不要冻结了啦，那这样就信任你们了，好不好？冻结啊，好不好？提书面报告就不冻结了，这人的费用立马是爱给人的啦。好，接下来处理40到47案，刚才那个叶怡晶委员有先把他的你们没有提供委外研究调查的没有提供内容的部分，先列入书面资料要求提供哈。好，那再来，各位有没有意见？40到47案的专业服务费，来周春米委员，再来李坤哲委员，这不是再来林君宪委员，再来李坤哲委员哈。谢谢昭伟。那我的提案是40案哈，那这个删减的幅度也蛮大的，主要是在我们的编列预算是编4亿多，那但是102到105年这个决算数大概都非常的少哈，就是102到105年决算数是1亿5800多万，103是1亿8000多，都是到2亿多哦，显见桃园机场没有
如实来编列这个预算，而且专业服务费用以支付委聘专业机构或人员提供服务的费用，这个方向跟这个预算也过于的抽象跟概括，不太清楚，所以这个本席 是提案删减蛮多。那等一下听桃园机场的说明。蛮多是多多哦，50%这样。主要是依照他们的决算数来建议这个删减的金额，因为决算数都没有超过3亿啊，都2亿5千万左右。好，接下来林俊宪委员，在李坤哲委员。好，谢谢张委员。本席提第46案哦，我看我们公司都编了很多的委外调查研究费啦。那其中我注意到啊，像你们有委外去研究陆客中转，研究的结果，去年陆客中转人数啊，竟然是133人，今年1到11月啊，中转人数啊54个人。啊，你是在研究啥？等于说啊，你这个委托调查的东西跟现实严重脱节。那像这样的委外研究的这个主题啊、专案啊，你是怎么定的？啊，像你研究这个去年来100几个尔，啊，今年才来50几个，啊，这陆客中转这个还有什么好研究？你其实因为两边政策都各有没有开放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你这个有浪费公帑的嫌疑了。你这种委外调查哈、哦，本席建议这个部分，因为你编的钱哦，2500万啊，哦，建议删减一成啊，250万。好，谢谢林委员，在李坤哲委员，在郑宝清委员。啊，我是第41案，那是有关于专业服务费啊，编列的4亿9473万，将近5亿的。但是我们看105年度的决算呢、啊，是2亿5855万左右。那106年度你们编列4亿1483万，我看你们这个预算呢、啊，也都是逐年编加，啊，逐年的增加。但是请注意，我刚才提醒过，105年度的决算只有2亿5855万。那我要请教你们啊，你们这种逐年增加是不是预算忽编呢、啊？决算是这样，预算又编这么多，然后你们可能又要回复啊，这个又一例一休了，什么都一例一休害的啦，漏水也是一例一休害的啦。那我要请教你们，你们说要增加保全人数哦，因为旅客人次增加嘛，所以要增加保全协助航警执勤，这个增加人数是多少，费用是多少？然后你们又说这个是要扩建工程的人力啊，必须要维护服务的品质，那这个又是需要多少钱？你看，决算2亿5800万，然后编的预算将近5亿，将近一倍呢。你的预算跟决算相差那么多呢，请你们说明好不好？我的建议是3.8千万。好，谢谢李坤哲委员，加郑宝清委员。主席哈、哦。我们看到这个编列项目编列将近5亿了哈，刚坤哲讲了很多，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啊，这个每次啊编了很多，就用的很少。你们看到哈、哦，从105年，您编了4亿多，就大概将近5亿了哈，就用了2亿5839万了哈。那我们看到107年，增益了2亿多。但是要看到106年到10月份也是用2亿多哈，但是你们106年还是编了5亿多哈，5.4亿，那么实际上用的2亿2000多万，所以剩下不到3亿，可能还剩下3亿了哈。我不晓得为什么每次增加，然后每次用不掉，每次又增加，又用不掉，而且不是用不掉一点点，大概用不到一半。那我想，不然不是啦，不是收入增加，这是开机，那我收入增加。对了，我知了啊，但是这个湖边啊，对不？啊，所以是不是请我想大家的心里都是这样，是不是请那个我们机场公司啊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大项目上就大概是这样，细项的部分就是委外调查研究也没在做，研究的项目好像也无助于成长。哎，总经理。哎，啊，报委那个陶机工先补充报告一下。有关于专业服务费107年度编列是4亿9100万元，它较106年度是减少的。
那如果说跟105这个决算数比较，是增加了2亿3000多万元。那最主要原因报告如下：第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保全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今年编的4亿9000万里面，保全的经费就占了2亿6000万，这是最里面最主要大宗。那107的保全费用较105年度也增加了1亿1000万。那最主要是包括保全的岗位增加跟保全的人力增加，这是最大宗的关系。那另外还有包括在我们的工程管理的咨询会里面也增加了7000余万元，那这是里面的大宗项目啊。另外刚也有叶文也有谈到，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有关于考核的一些调查的费用也增加了1000余万元。那这里面包括九大项，我们细项都可以再提供给委员参考，谢谢。九大项是哪九大项？我们是不是在提什么？因为这里面包括哦，航线发展计划委托国际标杆机场设计什么专咨询顾问案，还有专业协助的，就总共有九项了。因为这样就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在刚刚委员提示了，我们会提书面的报告。刚才委员在询问的，我们用第40案来看好了啦。就说还有李坤哲委员的案子，也就是说你们每年执行的都不到50%或出头一点。那你们今年说保全就2亿8，可是那根据周委员跟李委员的数字，你们整年就执行不到2亿5啊？怎么会一个保全就超过2亿5？气的，我们现在这保全委员的42案也是。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光保全这一部分哈，我们是去年招标了，它是3年的合约，就7亿多，所以每年它是2亿1810万，光固定的，现在我们那边所的话，是，我在这边我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去年招标的保前里面，他们的薪资有大幅提高了，因为我们的里面的要求哈，我们更要求更严谨的啦。我们不希望像以前所看到那保前就好像让人家感觉到好像在机场了，所以当然这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其实已经改进非常多，就是要求保前的数值要提高，好，所以我们的招标条件里面就定的比较严谨一点，有一些禁用的他的起薪是多少，我们要求他多少，所以这一部分是大幅成长。但是我们这个也是经过公开招标，有很多家保险公司都来有投标了，好，所以我们希望他的配合，我们这总是国家门路，我们希望保险的市值要提高。那保险从105年开始，每年的用于保险的经费预算是多少？现在是2亿1000，105年多少？106年多少？1亿5000万，1亿5000万。对，而现在已经增加，那你明年编多少？105年1亿2000万嘛。对，那107你们预算编多少？编2.6亿，2亿6000万，2.6亿嘛。对，那人数增加非常的多呢，非常多，因为。单价提高，然后我们因为有一些扩充条款，要让它在 T2 向扩建。105年保全多少人？107年预计多少人？你整个要几亿块呢？来，报告委员，我是营安处啊。那个我们105年、106年的保全的差异，是因为他105年，他106年是重新招标一个厂商，然后106年我们的合约的人数增加。目前是314位，好，那我们107年要增加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地方哦，用人力席位要增加，比如说我们的 T2 的扣件南北，它的地方面积加大了，必须要保全人力增加旅客服务，然后我们的 A1 站这些增加起来的席位的人力，那么只要一个席位的话，我们用4.3个人力下去算的话，他的薪水一个月那个席位一年下来要180万。那增加这几个下来，你刚才说目前是314位嘛？是的。然后你要增加到多少？2亿6300万，你要增加到多少人？人数要增加到人数，人数我们要增加大概30个席位左右。再增加30个而已。席位，所以是130人呐、啊，增加130人嘛？4.3人呐、啊。120个人。对，变成400多个嘛？一个人算你
一年五十万，因为他二十四小时服务嘛，是这样，是是是，一个人算你五十万，六十万好了哈，所以总共增加了八千万，对不对？那算八千万嘛，都从宽认列啦，就八千万。所以在这边你增加八千万，我们增加四千多万。那主要是说 T2 的扩建，还有那种 A1 车站的人力的一些保全相关的处理嘛。是的，嘿。林俊宪委，你嘿，那个你们保全是委外嘛，对不对？对，委外。那像你们现在等于明年突然间大幅扩充哦，那要重新招标吗？哎，这个合约要违反采购法。哎，抱歉，这个合约从106年到109年。那这是三年的合约，那他只是他有扩充，他合约执行中，你突然间几乎送他一倍以上的业务呢？没有，他有扩充条款，50%的扩充条款。哦，所以刚刚好，你看都不违约哈、哦。没有，我们扩充是4000多万而已，嘿，4000多万而已的，没有到8000万。啊、哦，行，那你需要标起来啊，等下开来扩充。你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增加30个点？不是，不可能突然间增至30个点是很大的，因为保安漏洞呢。啊，你看有可能你去年开标你唔知啊，有这30个点，你是啊？没有，跟委员报告好、啊，因为我们在招标的时候有，你应该是整个计划早就出来一次招标啊，你对，所以才有扩充条款，因为当初在招标 T2 还在扩建中，扩充个5%10%，我们还觉得可能没有想到扩充快50%，你是不？那个都有，所以有想到才会在里面有扩充条款，因为有些工程还或是区域还没新建起来，但是我们预期它可能在这一年两年内完成，所以按照它工程的进度，我们才禁用这样子的。当初对机场捷运通车没有信心了。现在开始运作就会增加，所以用附加条款的方式，该不会不一样？赶快用附加条款来。那个周春明委员，在李坤哲，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哈，我们专业服务费106年度是编4亿1483万，那现在到底是执行多少？刚你们讲的保全是从106年到109年的约嘛？那现在这个今年现在已经12月了，你们执行多少？跟委员报告，现在执行，因为有些要到年底才会做一个他们要，现在目前执行是七成啊、哦，对，但是因为他们有些要请款什么，这些都是到你确定啊、哦？确定，到几月啊？到几月是七成？十一月份，对啊，那你12月可以执行30%吗？对、啊，他验收的缴付款都是到他完成才验的。好，我请教一下哈，我们现在。机场保全的人力跟素质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桃机公司桃园机场每天大概有15万人次的人出入境，是不是？11万多，大概12万。那假日尖峰时刻会到达15万以上嘛？哈，过年的时候会的哈。所以这种保全人力的素质哈跟人数都是必须的啦。我说坦白的哈，但是你们对于机场保全的要求哦，因为要面临很多人数众多，然后出入的分子也非常的多元了、啊、哦，然后很多的临时的状况也非常多。我建议机场公司对保全的要求啊要提高，它终究是代表国家的门面，也要代表处理相关的很多紧急的状况以及服务的这种要求啊。对数值是有要求，我刚才说要8000万，然后刚才机场公司也初步的说明，那2000万好。本来我还想说是5000万呢，要变2000万。好，那报告委员会哦，我们40到47的专业服务费，我是不是通案处理啊？那就依照刚才李坤哲委员的看法，就删除2000万，好不好？因为应该是执行不了那么多吧，总经理。没有没有，因为这边有很多是合约现在执行中的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同意在合约执行中是查瓦贼？你们合约已经执行中了，在多少了？受理寡贼，我青菜公公哎。合约执行中，但你没有违约的问题，因为你这边是增加业务要给伊。好了，我啊，你若无遐侪钱，你都给伊较少对啊。哎、欸，你这边是
开口条约，你是开一旁咧，你有这间公司呢？不，那个当然有业务上需要，我们才会禁用啦，不会说没有业务需要，我们就用这些人啦哈。那我们是不是建议委员同意我们的3500万，好不好？我以为你手比起来是5000万呢，变500万，1000万，1000万啦，1000万会那么困难吗？4亿多哎。我跟稍微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大厅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哈，我们出入境旅客在那边排队，其实那现在都是靠我们的保全在协助引导了。那这一部分其实，在相关的人力没有安检跟证照查没有完全去解决前，我们都是用靠保全的人力随时在增加人。所以你现况。出入境那个部分没有保全吗？现在有没有？现在有啊。你去，你起码是扩充哎、欸，你别鼓你的别处理啊。不是、啊、那个时间，那所以用扩充那个时间，好、哦，原来假定他要引导2个小时，那可能要3个小时、4个小时。原来 T1 不会那么塞，现在 T1 早上塞，中午也塞，全部都是派我们的人员在那边。最主要是你决算不会那么高嘛，好吧，就尊重招委了。哦，招委如果说1000，我们也就尊重招委。因为本来是说3-8千万，那经过陶机公司的说明、哦、我们对于保全人力的增加也认为是要必须要求它的数值跟因为 T2 的扩建还有 A1 车站的需求，那我们也同意这样的说法，那就3-1千嘛、哦、从8000变成1000，本来是3.28亿8000万的周全民委员的对1000万，不过他们陶机公司我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他们有些扩增的区域也有提前开办哦，那个是东侧是不是？上次去看那个，哦，南侧哦，那因为提前开办，所以导致有漏水的，就倒霉这样子。所以主要是他的决算，所以其实他们是很用心服务啦。这个换一个角度来看，的确是用心服务啦。周委员也提得很清楚了，所以周委员本来是提2亿多嘛，哈、哦，删除2亿多，那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决算的状况、执行的效率其实是有问题的。那在这边，刚才我们也说已经。这个3-1千万、哦、也是考虑到保全的需求以及相关业务的需求，我认为应该是陶机公司可以接受了、哦、另外我们也对保全的这个要求，我们在日后交通委员会对陶机公司的保全的表现状况、啊、我们也会列入重要的考评、哦、因为这个保全对于机场的整个状况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给你那么多钱就是要你好好做、哦、这个保全的部分、哦、这个总经理这边跟保全公司要强力的要求、啊哦、好不好，各委员都会不定期出现在各柜台上面去考察、啊、好，那报委会我们第40-47案的我们就通案删除1000万，那给陶机公司去调整，那有关于那个各委员提的、哦、尤其是叶宜津委员他所提的你们没有列明细的委外调查的部分再提书面报告，好不好，那就不冻结。 好，接下来我们处理第48案材料及用品费、这个理由都跟以前一样，就是跟人都用很少、哦、那么请陶机公司说明一下好不好，48案是我的提案。哎，你都很欠要用的啦，都很省着用，所以政保委员也帮你们省更多。报告稍微跟各位委员呢、啊，我想在48案里面的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些预算呢、啊，在文具纸张的部分，就是因应我们的公司的员额的一个增加，啊，从500多以下增加到600多个人嘛哈、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么多人的这个情况之下，航警局发证台的这个部分，我们第一航下跟第二航下临时证的一个大量需求的一个增加，我们这个也同时增列了哈、啊。那有关于清洁用品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旅客量也是每年都在增加了啊。再来一个就是机场扩建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厕所的间数也增加，还有相关的一些耗品啊、卫生纸、洗手乳啦、啊、什么这些都增加了哈。那再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因应环保署的一个政策，我们比较用原来是用那再生纸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用完全可以很迅速溶于水的这个品质的一个卫生纸，所以说在整个的部分我们品质相当的提升了。那这个部分我们从招标出去这个部分一年增加了200万，好，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机器清洁用品的一个增加。
再来一个就是等于说明年度的合约重新再招标了哈，那相对的预算也这个也增加，那非消耗品的部分呢，这都是我们在员工增列的这个部分在增加的啦，那这个相关的部分都增加了，还有一个农业及园艺用品，这是我们一个科目的改变，原来是在我们的那个这个里约的那个维护会就这个景观地美化的一个维护里面，那要求这个把这个科目改变过来，就等于说相关的一些增加了820万以上，做一个补充说明。好，这郑委员补充说明完，所以你们刚才讲那个卫生纸哦，特别听到现在是用比较溶于水的，也就是大家你们可以在尤其在厕所的部分，希望大家直接丢马桶冲掉，是不是？啊，对对对 对。安尼给两百万的对吧？对。那好，那如果政保新委员可以接受48万的话，那么就不予处理，好不好？好，好，谢谢。那48万我们就不予处理。接下来49万到55万的租金利息，地租跟水租，水租是什么？报告招委，我是第49案。哎，请李坤哲委员。谢谢招委。那陶机公司的107年度租金与利息或地租及水租啊。是编列了50亿753万，那我看105年度的决算仍然有10.53公顷的闲置土地面积，然后台湾港务公司也有承租交通部航港局土地啊，年息是2%，那陶机公司承租交通部民航局土地啊，年息是7%。租金是过于高了，我本来是想要删除5000万，不过我有了解哈，跟陶机公司还有相关单位对话，107年的民航作业基金预算已经审竣了，那已经也跟民航局签订契约，如果删除啊，以其他的项目留用啊，是有违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民航局啊，这个地租金的计算实在是过于高啊，那我觉得。请这个港务公司来说明一下，好不好？来，请机场公司说明一下。哎，这总经理要说明吗？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土地租金是高达是7%了哈，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了哈。但是因为民航作业基金它也有它的需求了，好，那我建议说先暂时先维持是这样子了。好，那我是建议冻结1/5的，你们提书面报告好不好？哦，那个7%是熬不太下来。那刚才周正明委员不好意思，赵正宇委员他的意思是怎么样？这边他的提案比较多。你说刚叶怡静委员了哈，赵正宇委员的意思先了。那周委员是说他们要提出说明了哦，要提出说明。好，那这样的话有关于。49到55地租跟水租的部分，我们就不予删除了、哦、那个，李远要冻结吗？冻结1/5，然后请他们提书面报告。因为，港务公司租航港局的土地才2%嘛，那我们这个陶机公司租民航局的土地，确实要年息是要7%哦。这个如何计算啊？桃园土地比较珍贵啊。嗯那其实要跟民航局在谈的，那最主要是民航作业基金我们已经审竣完毕的啦哈。那如果以其他项目去留用，会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我可以理解了。不过也希望你们提出书面报告，说明清楚了。好，就照李坤哲委员的意思哈，就提书面报告。嗯，好，再来处理56万部分，是不是照委员会的？我看一下哈，56、57。这是要有好，56、57还有嘞，59是不是？59，因为前面都已经处理了，所以一个个别细项56、57、59，我们是不是就不处理了？照之前给他们去调整，发委会有没有意见？嘿，对啊，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处理58案的公共关系费。58案叶怡静委员的被爆出用来买高级红酒、高级领带，
公关费偏高，他还不是说要跟国会媒体沟通的？有没有要说明的？不然就照叶怡晶委员哦。跟赵伟报告哈，我想，那个叶伟那边所提出来的哈，当然，有爆出什么时候？我想我们现在公司并没有这种情况了哈。我们的公共关系费用大部分用在敦亲睦邻啦，还有推展机场各项业务，还有举办员工服务交流，还有参加国际航空的研讨会等等哈，这些啦，并没有所谓的这种情势发生啦。我说我们建议是不是可以不要删减？去年用多少？去年用多少？520。去年是用105年用520万。520万。所以你们今年编600是不是？好，看起来差不多。高委员有没有意见？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58案就不处理，好不好？好，尊重高委。好，谢。买高粱酒，不买红酒，买高粱酒是吧？有点可惜，是不是？没有买。好了，其实公关费有些不必要的就不要支出了。但看起来他们还算合时编列了，不高，那就58案不予处理。接下来我们处理60跟61案的冻结案，是利息。60案哈是有关于也是107年度营业外的费用，就是利息费用编列的4870万。那陶机公司从100年度开始啊，预算税前净利啊达成率皆超过150%哦。那自有资金啊，上足资应啊，资应都还够。那自有资金够了，您不要列入营业成本嘛，会影响整体的获利嘛，哦，那你们明年有长期举债的计划？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们说明一下？你们长期举债错，长期债务的举借啊，33亿元的偿还计划，你们有这样的一个举债计划，来请说明一下。你们这种未来扩建的计划，有说要建立长期债务的机制。那请你们说明这个33亿的状况好不好？来，财务组来，请说。报告委员，就是我们107年，因为工程经费的需求高达120亿元，那其中最大的项目其实是第三航厦的建设，它有。你们106年已经有编36亿的长期债务嘛？然后107年又要编列33亿的长期债务。那这个说明更清楚一点好不好？就是我们从这个现金收支的预估来看哦，就明年我们的资金缺口就是有高达70几亿，那其中包含之前年度保留数有36亿元，这部分也是会用来就是在107年度这边会借。那另外常借的部分，我们这边是认为说还要再新增33亿元。那我们在预算书除了这个33亿的新增之外，其实我们也有在增加短期借款，因为这个部分我们短期借款的编列是因为我们认为说这个可能要预留一些弹性，在工程支付的时候它可能会有部分会是在年底或者甚至有跨年度，所以我们在编列的时候是主要是用长期借款来作为弥补资金缺口的规划的工具。那周春明委员，谢谢主席。那我的60案跟坤泽委员刚刚提的预算案的方向是一样，主要是你们的营业收入编得太保守，然后这个举债、这个短期借款、长期借款，这个显然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桃园机场本来就有自有资金可以支应啊，不需要再去长期来实际举借这些债务了。利息费用的预算都编列明显高估，那今年是编多少？今年是支付多少？106年度。包委员，今年还没有这个借款，所以目前的利息费用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动用的。今年没有借款，对，明年才借款。那长期债务这些不是长期的吗？之前就借的吗？之前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工程就是过去几年其实公司的获利状况是比预期还好，所以这个36亿的借款一直到现在为止是还没有动用。那但是我们明年度因为实际上工程需要支付的有高达120亿，那我们目前送到委员会的预估就是税后净利是有60亿，那其中只有35%能够留下来做工程支付，那算一算也大概只有20亿元。
那加上我目前手边预估到年底的40亿元，其实那个缺口就是缺口扎实在工程的部分就有60，那我们还必须要做那个营运周转的留用，就是我们预估这个营运周转基金需要10亿，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那个基金缺口会有70。利率是多少？我们利率是用那个长期借款利率，就是用 1.0625 去估算。那所以你的4870万是多少是长期的债务，多少是短期的借款？这个、我们这边4876的部分，我们是用长期借款69亿元去估。那这边的部分利率是占多少钱啊？占利息多少钱？比例的部分，69亿是长期借款，那另外有7.36亿元是短期借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跟昆泽委员都是要求要说明啊，冻结，那就尊重这个昆泽委员讲的冻结二分之一。冻结可以吗？那是不是可以这个提书面报告？因为那个好，那就冻照60案了，冻结二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冻资。好，那就照刚才的宣告通过。接下来我们处理并案的62到76案哦，固定资产的很多很多案子。那有关于我们在通案这个表的第一页的第一个案别哈，我们有那个并个第一案跟第二案要并33到61案的细项处理的部分，我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哦。那个我们现在收入增加5000万，支出减少5880万，所以税前净利是成为1.80880万元这样子，我们就合并处理。好，接下来我们处理62到76万。李坤哲委员完了之后，林俊宪委员。好，我的是第69案，有关于陶机公司107年度编列9亿4746万元。那这个部分是第二行下的扩建工程，但是我要请教机场公司，第二行下的扩建工程啊，已经无法按照原定的期程啊，在106年12月完工，现在要延宕到108年12月才能完工，且办理追加预算的比例啊，都已经超过10%以上。我看这种政府重大的工程，常因追加预算以及进度的延后啊，造成民众的观感不佳。那机场公司当初要成立机场公司，最主要就是要更有效率的经营以及服务民众，但是呢，看到你们的第二航厦扩建工程啊，进度严重的落后啊，106年12月就要完工，现在延了2年，要到108年12月才能完工，而且一直追加预算。那看起来让你们成立公司没换汤也没换药啊，进度还是落后啊，预算还是一直逐年增加，这个请机长公司说明一下好不好？先说明好了，然后李坤哲完了之后，刚李建伟也是，是不是？我问题差不多了。好，其实这个机场的这里的固定资产扩充改良哈，是整体的规划，除了刚刚我们李坤哲委员所提的第二航厦的扩建以外，还包括了本席提的第63案哦，拉布利西滑行跑道的迁建案双线化工程，它原本也是预计在这个月啦，就是106年12月，除了刚刚的 T2 扩建，这里的拉布利西滑行跑道迁建，这个月应该要同时完工了。那这个跑道啊，它关系到 T3 的开发和先期重要工程。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重大交通建设啊，都会产生这种延宕啦？像那个机场捷运这种也是啦，是国家的耻辱啦。所以现在啊，原本都是103年到106年要完成，一延就是2年，不知道目前的进行状况如何，会不会再发生类似这种啊预期完工啦等等？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忧关心啦，我跟李坤哲的意见一致啦。应该请机长公司啊，就这个部分啊，
向本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啊，预算我们应该先冻结五分之一。好，谢谢林俊宪委员。那洪时恩委员跟黄国书委员也是这个议题吗？所以不一样是不是？那我就先请他们回答好不好？好。包括招委还有包括委员，有关于梯度扩建这一份这个部分呢，目前我们预定的期程是到明年底，不是108年，是对不起，更正一下，是107年12月完成。但目前的进度是66%左右，啊，所以啊预算也没有说变更预算，也没有追加预算，有原来的20点多亿。啊，至于 WC 部分，我们在年底的进度可以达到70%，那么也没有追加预算。那之所以延宕的关系，是因为有相关一些的变更，配合我们整个第三航站园区的一些修正计划，所以我们就是说一些变更的追加减，但是还是没有追加预算。以上报告。所以刚才李坤哲委员跟林俊宪委员所说的日期是有往后延，但是没有追加预算。好，二航下扩建是这样吗？好好，总经理要补充是，跟赵伟跟委员报告哈，二期航下的部分，我们现在是预计明年底全部完工了哈。那可能之前在因为有一些的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哈，但是这一档我们完全没有增加预算，而且工期我们是超前了。如果照我们原来的规划，那 WC 华新道的这一部分，之前从这一年多来，我们陆续的把这个进度也赶上了。差不多进度差不多在最多在落后1%的范围内，好，那我们也希望说后续能够再把它赶上来，所以那一部分并没有说大幅的延误，或是说预算有增加都没有。好，报告。好，这两项工程也趁状况也趁这个机会跟媒体朋友报告一下了，不然有误解。好，董事长请。是跟赵伟跟各位再补充报告一下哈，就是我们T2 的扩建这个案子，实际上它是分阶段已经开始使用了，并不是说等到完工以后再全部一起完成。所以它营业区域可以提供使用的部分，我们在上次赵伟也特别到现场去看了，我们在 T2 蓝侧的部分，那已经扩张了大概25%的营业面积出来，所以已经使用。我们在北侧的部分也可以提早半年可以完成提供使用。那其他部分是属于商业用的，就比较稍微晚一点没有关系。我们会尽量让功能先产生，来疏解我们目前的拥挤的状况。好，报告来。好，没问题，等一下我们一并处理。在洪慈庸委员。好，我的是73案哦，有关于这个行李系统的这个改善工程的部分啊。哦，那你们在预算里面其实有4项是有关于行李的这个输送系统改善，哦，包含第一航下跟第二航下。总共是编了4亿9000多万的一个费用，然后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行李输送系统是必须要改善，而且是要做的工程，这都没有问题。那你们要编那费用，我也觉得 OK 哦。那之前你们有特别，因为我有之前有提案嘛，那你们有来做一些说明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疑惑的地方哦。你们在这个行李系统智慧处理及相关设备的改善，这边的6000万嘛，哦，那其实你们在其他像我刚刚讲的，像第二航下的扩建行李输送系统改善工程，这个都几项都有编，哦，那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智慧处理这个部分，大概是资讯的一些运用的处理嘛，哦，那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说明的时候，是你们的工程啊，工程的这个硬体的部分，你们的标跟你们这个就是智慧系处理这一块的标，其实是分两个标出去的哦。那我有一个疑惑，就是说，其实你们在整个做整个输这个行李输送的一个系统跟工程的时候，应该是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有了这个硬体之后，你搭配软体啊，资讯化的这一块一起做，这是一个比较我们一般人在思考的时候是一个常规嘛，哦，大家应该都会这样思考，因为你要搭配的起来。但是你现在看起来是这两个是分开的，而且这个厂商又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是我的疑惑啊，这样子到底会不会有问题？那为什么你们要分开做？哦，这是我比较不能理解的地方哦，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你们特别把它拆开来进行哦？那这个部分我想可能还是有必要再做一个说明，啊，哦，所以这部分我之前是有建议要做一些删减，啊，哦，那如果你们觉得说这3000万太多，我想是不是酌减一半的一个这个经费？
谢谢洪时亮委员。再来黄国书委员完了之后，周春明。好，好，这预算要做资产建设的改良扩充。我上咨询的时候有提到，其实我们陶基要去反省一下，我们现在所有的无障碍的设施是不是有达到一般的身障碍朋友他们的需求，是不是够友善哦？我们现在很多身心障碍他出境了以后要搭车，对来讲非常困难的，因为没有身心障碍的停车格，所以他们每次要搭衔接的交通工具的时候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要去检讨了。那之前还有爆发那个厕所的那个警铃啊，你们还记不记得有这新闻，对不对？那怎么会没有办法去协助他呢？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制度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呢？还是我们的设施哪里有问题，对不对？然后我们有没有低底盘的接驳的工具？好像也还没有哦。这些都让你们去思考一下啊。就这笔预算，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检讨哦？当然，我们有要冻结嘛，那你们要提书面报告，是不是可以把你们未来对于身心障碍一个友善空间的营造？也把它写进来你们的那个书面报告里头，好不好？我们希望明年可以看到这个计划有一些改善，那同时也对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有一些很友善的措施，对我们的形象也很好了，好不好？以上，好，谢谢黄国书委员。接下来周春米委员。我先来讲一下我提的76案，那主要是针对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杂项设备下面编列的第一二行下行李处理厂等区域火警系统汰换计划，那明年是编了7425万6000元，然后那较106年度所编列的350万元是增幅达了20倍，那当然是可能是要采整个区域火警系统来汰换，但是这个部分都没有见到一个说明。另外，在106年，我们的编列预算本来是350万，那但是呢，这个预算的最后的决标是550万，哈，也跟这个年度预算编列的情形不符，哈，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预算都没有如实来编列。那对明年要增加到20倍的一个火警系统汰换计划7000多万，这个部分我们也存疑，所以等一下也请这个机场公司再详细说明。那刚刚李坤泽委员跟俊宪委员都有提到第二行下跟第三行下的问题，那我也有提案，在有3案，那其中针对我想了解，就是说为什么第三行站我们现在的执行率这个编列的预算大概只有到执行只有占总经费746亿8900万的16.98%，所以事实上已经大家期待完工111年，那到现在才执行到16.98%。我想桃园机场这边要再确实再加强，那也在跟委员再说明，这样谢谢。好，还没有委员要对于有要特别再补充的，没有的话，陶基公司这边也有很多都是个别的专案，所以我们先就行李系统这一部分，我请我们的维护处长。哦，不好，委员，这一部分大概行李输送系统，大概一行下、二行下跟这个所谓的北登机的扩建的工程，那事实上是分不同的阶段在进行。那也是主要是因为这个行李输送是机场大概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设施，那我们会按照不同的阶段去编列相关的预算去改善。那至于说委员刚才垂询说有关这个不同的工程中间大概不同的标的怎么去整合，那事实上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整合的部分。那目前这三个标案目前都按照相关的工程进度也没有落后，那是建议说可以不要删减，那我们可以都按照原来时程去完成。那以上报告。是，跟委员报告，就有关刚刚所提到像第一号航下行李处理厂、七亿火警等等这些计划，我们今年编了350万，其实那是分年的编列，今年就有编106年是编的规划设计费用，所以实际的工程是从明年开始，所以那个幅度会大幅的成长。今年我们就有编规划设计，所以编了350万。好，那实际上到后续才是工程的执行的部分。那有关你 T3 的整个工程部分，我们现在
全部按照我们的期程在进，该发包在该招标的哈都到，但是到付款的阶段，因为只有第一标、第三标和几个标而已，那付款的高峰期还没到，所以看起来那个执行力会非常低。但是我们现在都按照我们的里程碑在进行，截至目前都符合那个里程碑的要求，是不是？奥委会还没有补充要询问的，来李坤哲委员，这个也请曾大人董事长来说明嘛。刚才我的问题，第二行下的扩建工程，那交通部会请曾大人董事长来担任机场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基于你对公共工程的专业。那我们对于第二行下的扩建、第三行下的新建以及相关重大桃园机场的重大工程呢、啊？在未来这几年都会是很重要的一个推动，但是进度严重的落后了。当然这个董事长也才去一年多，但是你要必须要把相关进度的落后的原因以及追加预算的状况要向交通委员会来做说明了、啊、我们对你预算的编列我们才能去做审核、啊、来请董事长要说明清楚、啊林居先委员，请。我建议我们应该排个专案报告了，那请曾董事长来做深入一点的，向委员会提正式的报告。是对于二行下扩建跟三行下进度，那 WC 的跑道了等等，就过去就是目前就之前那延宕的这些相关工程，那未来目前的资金状况以及未来啊。好，刚才那个总经理说明的时候就说，时间是有延后，但是都没有追加预算、啊、这个我在刚刚李坤哲委员出去一下再跟你补充再做报告、嗯、那有关工程的部分这个会期一定来不及排专案报告了，所以应该是下个月。对，我先请曾董事长说明。我知道、哦、就是说这个第二行下的扩建工程，你原本是向社会大众说明、哦、原本机场公司是向社会大众宣示说106年12月就要完工，那你现在变成108年12月又要完工，我现在担心了、啊。你到108年12月可能又没有完工了。刚才讲是107年啊，107年，然后没有追加预算这样。好，那你们这个部分能不能再说明清楚一下？董事长，跟李委员这边特别报告一下，就是T2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发生一些设计上的调整，然后这些设计上调整也造成一些管线跟一些结构上的一些重新补强哈，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但是我们为了让，因为它扩建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 T2 的拥挤的地方能得到疏解了，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机动调整，就是让南侧先走，南侧让它营运的空间出来以后，经过相关的查验完成，我们就让南侧先拿出来做营运。所以目前如果委员到机场的 T3 的三楼出境大厅去看的话，可以看出境大厅它在南侧已经扩建了大概25%的面积，已经有才发挥一部分的功能。 T2 那至于那个北侧部分，我们也可以提早在明年的下半年就应该可以，希望能够把北侧的出境大厅的这个面积也扩建出来，可以先发挥功能。所以这我们在所谓发生变动的过程，也希望尽快的能够提供有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哈。那这 T3 的部分目前都是按照我们原定的进度在进行，然后里面大概比较困难的一些点哈，大概陆续都克服，包括我们土方的处理，包括环评的作业啊，都已经克服，所以我们后面会加紧的来把原来应该掌握这些所谓里程碑都确实来掌握。好，那我请教董事长，因为你们的这个106年本来要完工，然后现在说你们可以提早到107年，本来说108年嘛，但这个108年12月是预算中心，也是你们提供资料给他行政院的。相关的网站上面的数据资料也是说可能要延期到108年12月，那你们现在说可以提前到107年，不管是资料的这样提供的不准确，或者是预算中心或者是行政院的解读有问题，那你现在很明确的向社会大众宣示就是107年12月底之前可以完工了、哦。我想完工跟预算执行是有一个时间差了，因为完工之后还要办理验收，办理最后的尾款的结算，所以108还有一部分预算的残留要执行。 那你们的预算书也是写108年，这个没关系，不管是你们提供的这个预算书，你们说108年12月完工，
或者是预算中心，你们提供的预算中心也是108年12月完工。那你们现在在这个场合，交通委员会的预算审核，你们向社会大众宣示，那个都是错误的。不管是预算中心，或是你们提供的预算书，都是错误的。现在是107年就可以完工，107年，我们就来等着看。如果没有完工的话，我会要求有人要负起政治责任啊。我可以负责任，我可以负责任。好，没有问题。来，洪慈庸委员。我刚刚那个行李那个系统改善的部分呢，我想还是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哦。当然，这个很重要要做，这大家都认同哦。但是我刚刚的问题，你们又说分阶段，这个我也可以认同。但是我一直在想说，因为这个智慧处理这一块也是 T2 的工程里面的智慧化部分哦。那我刚刚一直在问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是一整个有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整个一个规划之后再一起去招标，然后你又另外把它分开？那我会觉得说，那你这样子，你后来进来的这一个，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去符合原来你的一个硬体工程的这一块？这个还是没有清楚说明啊。这个我觉得，主席，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删减的。那刚刚我是希望说删一半，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删1000？来，总经理还是设备处是跟委员报告的。其实这些案子我们都已经招标在执行中了。那我是不是建议说不要删减了？因为都已经招标。但是我再请维护处长把它更说明的比较清楚，为什么这个案子是这样子办理的。报委员，主要是行李智慧化这个部分，主要是针对软体升级。那另外就部分的资讯要跟航空公司的一些行李资讯，要做这个相关的抛接的一些系统的一个升级的部分。那第二行下扩建跟系统改善的部分，但这一部分主要是针对我们原来的输送系统的一些硬体做升级。另外刚才讲是对扩建的部分的一些硬体的一些行李输送部分做整合，所以这两个其实上是不同的发生的时间点跟这个标的物。那基本上我们这个特色都是在营运中去进行相关的整建。那基本上如果说跟营运上有冲击的话，我们就立刻就进行相关的这个招标案，那并不会有那个时间点再去做整个。那如果说整个要去整合在一起，那可能耗时要1年半以上的时间。所以基本上我们对营运中的相关设备的整建都会按照不同的时间点那去进行相关的这个招标。那至于说委员关心的有关整合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一定会去做到的部分。那以上说明。来，李坑哲委员。你好，我在这边也再请教一下曾董事长啊，就是说这个第二航厦的扩建工程的延期，那106年12月要延到108年12月，在你们的预算说明里面也说明得很清楚，就是108年12月。那你今天说107年，好，那这个预算书你们自己送来的也是这样写，送到预算中心的回复说明也是到108年12月。这个请董事长你去查清楚好不好？另外追加的预算的部分，你也说，哎，报告委员没有追加，但是你们的预算说明里面，你们自己也说有追加，追加了12.22啊。你们105年11月这个10号的相关的这种计划启程啊，延到108年12月，而且计划总经费修正为22亿9758万，增加了12.2922。那另外有关于这个你们送给预算中心的，预算中心对你们一些询问你们也都要回函啊。那你们预算中心也根据委员会说明说，这个103年10月核定投资金额为20亿4735万，那这个计划期间至104年1月到106年12月，那而且105年11月间修正追加计划总经费至22亿9758万，增幅为12.22。这交通委员会不能乱讲啊！来来，刚谁报告了？再讲一次。我是不是？我老爸突然就讲无对家，即马阿盖。我说我们这一点，那个之前就是说，刚刚董事长有补充说，你刚才说今天没有追加，不是不？我们今您家的预算书您上来，预算书都下个叫前座啊。我按你们自己打自己，我们看的也很不舍啊。
哦，看了也很心疼啊，自己打脸自己。你们预算输送了，也说工期延后到108年，然后预算也追加了12.22，然后到这边来又说，哎，没有。根据你们刚刚报告，招委也多次强调，跟委员会委员说没有追加预算。啊，今嘛预算都变出来人物，啊，多少上 bug， 多少上 bug， 落差在哪？董事长要回去。追查一下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啊？你们这个送的预算，国家的重要的门面，这么多的经费，你们这样自己好像都搞得很混杂。这不是这个案例而已，这个在整个机场公司审理预算的过程里面呢，真的是让人家哭笑不得。这个董事长跟总经理，你们要回去好好的整顿了。哦，我们非常不能接受这样的状况。我想先跟委员抱歉，对不起，说明也不清楚，然后对状况的了解也不够掌握。哦，把国家这么重要的门面交给你们，这么多人的出入，哦，国内外旅客这么多，重要的工程掌握的进度也不清楚，预算的增加也不了解，也没有办法向交通委员会具体的说明。这个预算呢，真的是很有问题啊。来，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要说明？对，我先跟林委员这边抱歉，我们确实没有说明清楚哈。那我后来看这个资料，应该指的是说我们在105年11月的时候有报部，然后经过一次计划修订，从20亿4735万修正为22亿9758万，这样的一个修正是在105年11月完成计划修订，然后在这个修订以后就没有再产生其他的变化。那至于108年是整个计划期程结束，我们最后一年会编一个尾款了，但是整个工程是在107年年底必须要工程要完成。那我甚至刚刚跟两位委员特别报告，我们会在107年，就是明年的下半年，会先把营业的空间先拿出来使用，来帮助 T2 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所以我刚刚确实没有讲清楚，这跟两位抱歉。董事长，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工程执行会在明年的12月底完成？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刚才讲那个2行下的3楼南侧嘛，对不对？他们是现在是能用的，就先拿来用了啦。那本来是中秋节用一用，所以那他们也没有收起来，就继续用到后来就漏水这样子，大概这样。那预算会是在108年度发生嘛？所以108年度你们就编到108年的12月31号，编到年底，大概意思是这样，没有错嘛？哈，这个确定哈。好，那个董事长，你刚才讲的说你这次有报部是不是？还是抱怨去做变更一次？那时间点是怎么样？你后来没有再变动了？所以105年底的时候报部去也把计划修正成我们现在看到预算书这样，所以预算你们的报告是没有错的，只是工程的完成，你们预计的完成时间跟预算执行的完成时间是有一年的落差，是这样没有错哈？原则委嘿，他们要对自己送来的预算书负责了，要守了哦。现在又有一套解释的方法。他们对预算中心、立法院预算中心也要有清楚的交代。你们对预算中心的回复说明，让预算中心所列印出来对立法委员啊、对社会大众的这个说明是如此。你们对行政院也要负责，行政院知识网所贴出来的相关的讯息跟程序，也是108年12月完工，还是有追加预算这个部分。这个机场公司。在整个这一次的预算的审核里面啊，漏洞百出啊，哦，失误状况连连啊，自己被自己打败了，哦，所以我说公司的治理啊，董事长跟总经理要负起完全的责任啊，哦，我们会严格的监督啊，请你们要好好的落实，好不好？不太能接受哈。董事长、总经理，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预算书的第18页下面的备注了、啊。那123的备注可能就引起误解嘛，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预算中心呢，其实立法院的预算中心他们拿出来的报告其实有很多包含媒体跟委员办公室都会使用，所以如果他们有一些需要说明的部分，讲真的刚好清楚，不然一个一个误解下去哦，一连串下去的就不会修刷，到时候预算还是你们在使用啊，被骂也是你们啊，这个部分真的这明年开始真的要多注意啊。好，洪生委员，刚才你讲的那个智慧输送的部分，你听有无？
还是请他们请机长公司私下来跟你做？有啦，他们已经有来报告过，但是就是刚刚回复的时候，又说你们在不同的时间的时候会有不一样要提出来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我刚刚讲的这第二行下这两个。一个智慧处理的部分跟你的工程的部分，它都是105年到107年12月份的工程嘛，要做的事情，这时程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们刚刚回答我的问题，根本也没有回答到我的疑问嘛。就是这明明就是应该要一起做的事情，那你们又把它分开，然后厂商又不同，通常应该是一个大包，然后再下去分包嘛。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时间又是一模一样的时程，那如果你不一样的时程，那我们就认了嘛。但是你们这样。我没有办法说服我啊，懂不懂？懂不懂我意思？啊，对，智慧。好，那另外一下，因为已经绝标了嘛，那你们绝标多少钱？现在还剩下多少？因为你们要说这没有问题，那我这样资讯标跟有工程标分开整合不会有问题。那你这个绝标出去的金额之后的钱，我们就把它删除，这样表示你们不会到时候没有，就是有产生问题之后，你们不会再追加任何的预算的嘛？好。鲍委员，我再说明一下，那个行李智慧化主要是针对旧的一些大概的系统的部分的软体去做整合跟航空公司的接接，所以这部分是旧的。那第二行下扩建这个行李输送系统部分，那是针对一些配合扩建在增设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说这个部分，我们并都没有产生相关的一个追加的部分。那如果说有标一款，我们都会缴回。有的是新的。然后有的是旧的升级啊，大概这样，就是沟通智慧不足啊，运输智慧还算够这样。好，那报委会还没有其他委员要机长公司补充说明的，那是不是我们这样处理哦？那因为这边的专案的项目也算多，可是我看各委员的删除的预算数也不高。那是不是我们统一删除5000万，让他们去调整，可以吗？那至于专案报告的部分，那里面各委员有提到，因为项目真的是不少了，哈，不是书面报告的部分，那因为项目不少，你们就依据各委员的提案要提供书面资料，好不好？就3个月。那刚才林俊宪委员所提到的。专案报告部分就下会期在交通委员会再请新的招委来处理。林俊宪委可以吗？我相信呢，因为他工程真的是多了，尊重招委。好，我下会期不是招委了，专案报告我想是跑不了的啦。好，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好，林招委。那冻结的部分，各委员还有要求吗？各位对冻结的部分，那我们整体就冻结1/10，然后就跟着书面报告一起处理，好不好？好，包委员会，那我们62到76案，那就照刚才的宣告去做处理。来，第77案三减案的长期举债，来，机长公司有没有就紧？报告委员，这个其实107年新增的长期债务举借33亿，我们在预算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这个是用在 T3 建设。那当初我们在报行政院的时候，对于 T3746亿的资金规划，其中有一半是要用借款。那借款的部分，我们就是从107年的部分开始做编列。那因此有编这个长期债务举借33亿元。今年都还没有动到你们的债务，对，今年还没有借信用的啊，挂在账上没有动，知道？好，那77案我们就不处理，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好77案就不予处理。嘿，好，那接下来我们处理的是决议案，从79案到101案，来，这个会进行比较快哦。机长公司，你们要听清楚哦。79案有没有修正？好，那没有的话就照案通过。第80案，机场公司有没有意见？好，照案通过。81案有没有意见？改成3个月吗？3个月提书面报告。好，3个月提书面报告。最后一句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好，81案照修正通过。82案同意。
好，照案通过83案。文字修正，倒数第三行，最后几个字改成提出书面报告。这个什么字啊？包括相关的演习与人员引导 SOP。最后之后的文字删掉。之后文字是什么？降低旅客不安与焦虑，并避免机场形象旅因突发事件受损。这个有没有删？应该没有差吧？尊重，好吧，这没有差了，形容词嘛。好，那就照刚才那个董事长的修正文字通过。84案，同意办理。好，照案通过。85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86案，同意办理。好，照案通过。87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88案，同意办理。89案，同意办理。好，那个89案的部分再提醒一下机场公司哦，因为接下来的是很多的工程跟换约，所以还是对于我们公司整体要要求，而且要不断各种方式要去宣告跟要求，避免瓜田李下行为哦。所以对于政风人员会比较辛苦一点，也机场公司未来几年都要多注意哦。好，我们遵照办理。好，90案，建议在倒数第四行的倒数第六个字前面加延役两个字，就逗点之后延役至108年起。好，那就照修正文字通过。91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92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93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94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95案，同意办理。好，照案通过。96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97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98案，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的应该是倒数第十个字前面于前面加延役，全句练成原要求陶机公司延役于3个月内规划凌晨时段提供相关饮食服务，其他文字一样。嘿，好，那就照修正文字通过。第九十九案，同意办理。照案通过。100案，同意办理。好，照案通过。101案，最后倒数第二个最后一行倒数第二个字，报告前面加书面两个字，建议修正成加书面两个字。101案，照那林俊宪委员有没有意见？好，那就照修正文字通过。那请两位委员再稍留一下。好，谢谢。报告委员会，那今天协商完成，做以下宣告：一、今日协商结论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决议，列入记录；二、如有委员对于提案补签，列入记录。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决议：一、本日预算审查结果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二、107年度交通部主管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处理完毕。那现在我们休息，星期三继续开会。好，谢谢。